然后我就用教案，然后接的话就可以接出来。同学们早安，有听到声音吗？麦快挂了，杂音很重。哎，现在呢？现在可以吗？可以哦。好，因为这个麦克风怪怪的。OK， 好，那同学们准备好要写程式了吗？你要准备开始继续进入我们的最后倒数时间，同学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打个一好吗 ？OK 了哈，你早上比较有精神一点，是的。好，那开始之前呢，请各位呢再更新一下简报一下，老师有更新一小部分资料，所以同学们呢，请你下载一下。我们第14章的资料呢，老师有更新哈，请你们 update 一下，主要是一小部分。然后呢，今天我们会用一个所谓的专案管理的模式呢，来开发这个所谓的学生成绩的输入系统。昨天这个画面的拉取啊，我们是合并在这个 My Lesson 里面。那在 My Lesson 里面这样做的话，有点像是应该说埋没它这个东西这个系统。My Lesson 有点像是我们在做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历程嘛，它就是百章节。那到做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作品它是不是一天完成的，它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甚至也可能写一些所谓的说明文件，甚至也有可能做什么事情呢，编译成 ESE 档，甚至你有可能之后你会更改一些编译的组件跟管理的方法呢，让这一个所谓的专案呢更加的弹性化。所以早上呢，我们先把这一个要准备的，因为之后我们开发那个就是明天开发游戏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这个所谓专案管理模式来协助我们做这样的开发事情。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先到这一个，其实也是 VS， 也是 VS Code， 只是呢，我会建一个新的专案管理方式呢，来管理我们要开发的一个比较属于专业的模式。啊，学同学先下载一下简报一下呢，那我们等下就开始哦。同学，如果你们简报载好了，那就请打个一。更新文档，然后有一个副档案，可以了哈。然后这个麦克风是现在还正常了哈，因为它有时候跳来跳去的。OK， 有问题的话再随时跟老师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新增的一个管理方法，叫 Maven 的方式。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叫 Maven 是什么管理模式的嘛？有这一个软体管理的模式跟方案之一哈，叫 Maven。Maven 呢是一个所谓的软体管理的工具，跟一个所谓的自动的建构你所谓的比如编译程式的一个方案。这边有写哈，我们来看它写法。维基百科。好，那是 Apache 做的，所以 Apache 的 Maven 是一个软体，特别是 Java 软体，它说特别是 Java 软体。其实 Java 这个 SDK 的编译过程中，发现它 SDK 的一直在迭代更新嘛。那从早期的最稳定的这个 1.8 到现在已经14-15版本了，这个所谓的更新的过程不能说它慢，我觉得它是算快的。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 Java 开发的时候要很多的这个套件，像老师昨天早上找半天，什么这个import 这个 Java 的 IO 啦， import Java 的这个 Swing 啊， import Java 的 AWT 哦，还有插板 X 版本的，这种很多的这种套件都是没有内建的，你可能去SDK 装完毕之后呢，你可能要去 import 它，这是第一种。这种肯定是未来开发一些更新的专案的时候，有些组件不是 Java 提供的，可能是第三方提供的。那这个组件这个套件就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做音效开发，做这个游戏开发，需要用到一些优化的套件的时候，其实 Java 是没有的。那为了去下载这些版本，你可能要找很多地方下载 ，maybe 你要去 Google 一下，搜寻它一下。那版本更新的时候，你发现你也没更新到。所以这个时候 Maven 呢，就是一个所谓自动建构化的工具，跟专案管理工具。
它会有别于我们现在在写这个 MyLesson 的写法，比较其实写法都没有变，是专案管理方式跟思维有点改变，让它更倾向一个所谓专案管理的一个流程的。那我们可以在里面呢做 debug 也好，做最后的输出这个 ESA 档也好呢，它是一个比较能够这样的所谓这样优化的一个方案。OK， 好，那 Maven 不只用在 Java 了哈，它 C Sharp 的 Ruby 啊、Scala 啊这些语言，它都其实都是有可以支援它。所以 Maven 是一个专案管理的一个模式，一个所谓的观念，那它赋予它可以自动建构化，只要你更改了某些 SDK 的版本，它就会按照那个 SDK 版本呢做自动建构的事情，省得我们再去找很多不同的方案或是下载很多软体呢去辅助你写程式。所以 Maven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工具，它已经很久了，那一直有更新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 Maven 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去学习的一个专案管理的方案，或许在外面同学在上班的时候呢，公司用的应该是 Maven 管理工具会比较多一点点。那我们 VS Code 怎么产生这个 Maven 的专案管理呢？这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哦，它透过一个所谓的产生器呢，产生这个 Maven 的相当管理一些套件，它有些固定的方法。OK， 所以我们得试一下我们的 VS Code。我们装完这个 Java 的这个所谓的套件，就是在 VS Code 装这个所谓 Java 的插件之后，它是有赋予它 Maven 这个产生器。那这个呢，我们先暂时把它给 close 起来 ，close folder。同时，其实 VS Code 可以开两个以上，你开给我看一下好不好？有时候老师会写好这个 demo 程式码放在旁边偷看一下，因为有时候会忘记程式码写法。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你可以开一个新的 VS Code。也就是说，你 VS Code 可以开很多个，只要你电脑承受得了，那你开可以多开都无所谓。但一个专案只能开一个，他发现说你这个专案开过程要开两个，所以可以开不同专案去检查程式码，或是呢多工的协作这样子。好，再开一个给各位看一下，两个了，你可以开三个都无所谓。为什么是开第二个呢？因为等一下我们把程式码移，因为昨天有写的一些部分嘛，这个 UI 是可以把它给留过来留下来 copy 的，所以呢，我不希望关掉昨天的这个专案，就是这个。我们这个 MyListen 我不想关掉它，所以就把它开着。好，所以我开了一个 VS Code， 所以你就点选 VS Code 就好，就一样，就开一下，然后找一下 VS Code 的哪儿，然后点开它就行了。一般来说都是搜寻 V 开头找到它，或者桌面你同学有就可以找桌面，但是一开会变慢，像老师就有点变慢了，因为老师是 Notebook， 好像只有8G 的记忆体而已，所以有时候会没那么快。但是今天这个状态也是，卡住了。再一次哈，好，打 V 就可以了，就搜寻它一下。OK， run 起来的时候，因为开启专案的模式不一样呢，所以同记得从这里进来，就一样 ，Java Project 开始，这里，先点进来，这有个 Create Java Project，OK，、okay, 先点下去。一般我们都选这个吧 ，No Build Tools， 就最干净的模式，所以呢，可以导到我们这样的模式出来，它就是一个又像是就是，以套件为主的。的管理的模式，那不是专案管理模式哦，它比较不一样。下面有个 Maven， 那眼睛看到 Maven 在这里了，这里哈，对，是这里。点这个哦，同学不要点错喽。Maven，OK，、okay, 它是一个专案管理的工具。点下去它了，它有很多版本，什么 QuickStart 啦 ，QuickStart JDK 8啦，然后 Maven 这个 React JS 的版本，就它很多版本，还有什么 Web APP 的，它也是把这些框架都已经把你写，就像范本的概念，就像你在写 PPT 一样。PPT 有同范本嘛？什么这个简报范本啊，有什么这个履约范本啊，都有。这个类似那种概念，就是把一些专案的范本先把你写好了，方便你自动化建构。很多很多，还有 Spring 的嘛，这都有很多，还有 MVC 开发的这个模式都有。那我们要哪一个呢？我们要很简单，这个就行了。同学选第二个 ，Archetype QuickStart JDK 8。他说呢，这个 Maven 呢 ，Archetype 呢 for a simple Java app，update for Java 8。Java 8是一个很妙的版本。一般来说，在老师这个年纪，都会用 Java 8在开发，因为 Java 8之后的，应该 Java 8是一个比较稳定。你说它没有很新哦 ，Java 8是很旧很旧的版本了，现在已经到14了、15了，8在很远的地方去。那时候很多人会用 Java 8在开发，第一个它比较小一点点，第二个呢 ，Java 8的语法呢，基本上是目前大概最新的语法都有了。所以大家会用这个 JDK 8呢做稳定开发的版本，一般的老工程师会这样做，所以它提供给你就是最基本的环境，属于可以支援 Java 8以上的环境。那我们现在灌了14.15，所以绝对没有问题，而且可以任意修改这个编译的这个 JDK， 所以我们选这个，同记得第二个、哦、不是第一个、哦、第二个点下去。好，那我们选的最新的这个版本号 2.8.0， OK， 点下去哦。
好，这里就很重要了。为什么老师要引入这个 Maven 管理的这个模式来开发呢？因为同学，如果后面你在开发一个专业的 APP 也好，那你想要发布到很多平台去的话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Java 是透过这个所谓的 package 的概念在认证你的程式的。package 是什么？就我们所写那个，比如说Lesson 1 Lesson 2 Lesson 2里面有什么 Ship 里面有什么那个 Rectangle， 这个阶层关系呢，这个 package 的名称很重要。尤其你在发布比如说像这种 Android APP 就手机 APP 的时候，它不是认证你的所谓的这个比如说 APP 的名称哦，比如你写一个游戏名字一模一样，然后那个也写一个游戏名字一模一样，它不会去辨识说哦游戏名字一样你就不能上架，但是它会认证你这个 package 的这个 name，这个很重要，他会认同你这个 package name 的只能唯一的。也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名字跟你一模一样的，他已经先上架过去了，他已经发布了，那你就不能发布了。所以这个名字有点像是跟你的个人跟你的公司比较有相关性的名字，唯一嘛。所以 他提供给你一个 sample， 他说呢心里写 come in sample。 我说 come in sample 是什么意思？好像是一个网域的名称，然后呢叫 example.com 的，没有错。我是刚提供的说，这个名称是唯一的，所以尽可能呢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那同学想半天，啊，我叫 Jerry， OK， 他叫 Jerry 什么什么，太麻烦了。那这样讲，如果你曾经想过，你曾经会有一个你的所谓的这个 domain name， 譬如啦，像老师，我讲一个什么，Jerry.com， 如果我是 Jerry.com， 我曾经想过，这是我该多好，对吧？这一定有人了，如果没有老师帮忙把它注册下来。还有法律上的网站，这妙了，这个是没有人的。好 ，OK， 好，那再来一个，这示范不太好。我觉得应该是有人，他没有去把它给放到那个伺服上面去。Apple 刚好，大家知道苹果嘛？如果这个网址是你的，同学应该很开心，因为这个网址可以卖很多很多钱。所以这个网址对 Apple 公司来说是唯一的，对其他人讲也是唯一的，因为你不可能再注册第二个 Apple.com 了，同学对不对？对的话，请打一。你还能注册第二次 Apple.com 吗？可以注册吗？一可以，二不可以。不可以吗？对不对？没错，不可以了。所以这就是唯一的概念，唯一的概念。所以他跟你说呢，你尽可能请你使用你的这个所谓的 domain name 当做你的这一个 package 的起始点，因为这样的写法只有你公司内部的人可以使用这样的 domain， 然后呢去区隔其他人写的程式码。当然这个不是唯一的，他希望你这样做。好，那基于这个原理呢，所以我们就以他这个翻译来写。就大家去虚拟一下，你可能在未来 ，maybe 同已经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这个网址名称，一个 domain name， 就请你以你 domain name 来写这个 package。比如像老师好了，好，老师也给各位看一下，我们是台湾人嘛，对，一般会这样写 ，T W 啊。如果按照这个看的话，他这样写哦，你发现他很妙，他相反写，一般是什么？apple.com， 他写 com 点 apple， 像这样好，先给各位看一下。如果我这样写他 com 点 apple， 是这样写的哦，他是倒过来写的哦。不是 apple.com 哦，是 com 点 apple 哦。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注册一下www.apple.com.tw 的，好，这如果这是我的 ，OK， 我怎么写呢？我反过来写 tw.com.apple， 像这样，是这样子哦。那当然这是老师的想法，你可以写什么 JP， 你是日本人，你是 UK， 你是英国人，随便都可以。小女王国际化一点 ，apple.com 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为了区隔更明显。我怕很多人会跟我一样，比如说刚好有个人就跟我叫同样的网址，因为现在老师我没有去这个申请这个网址嘛，对，我就尽量区隔一下，我说台湾的，所以 tw.com 打什么呢 ？OK， 我不要打 Apple， 这样有点太矫情了，来个 Jerry Code 好吧，就 Jerry 显示程式码的概念，所以这个所谓的 package 的 name 嘛，是你约定的，尽可能越独特越好。虽然现在同学没有到上架这个功能，也没有想到那么多，没有关系。就请你大概思考一下，如果今天假设你真的要去注册这个网址，你会怎么想？但是不要想太久，你这个大概想个大概十秒钟吧，好不好？就把它决定下来。OK， 请你尽可能不要太普通，也不要用预设 com 点 example。这样同学到时候在发布的时候呢，或是我后续再编译成 ESE 的，也不会有困扰啦，就是比较不好而已。同学可以理解吗？这一方面虽然看起来没有很大很重要，但是呢，同学可以理解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可以吗？可以吗？打个一。这是你的 package name 哦，唯一的哦，独特的哦 ，unique 的哦。好，所有东西想幻想一下，不要幻想，你就想一下，你第一个网址，未来你可以发布你很多作品。OK， 那就把那个网址呢，用你的想法打进去，就不要写的太普通，就
apple.com 那个已经有人过了，所以你不要去 follow 他一下。好 OK， 那这个很重要，会记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应该是你专案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识别码，尽可能是为的概念。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咯，就 enter 下去，要 enter。 第二个来了，他说呢你要给我 Africa 的 ID， 这个 Africa 的 ID 啊，指就是专案的名称，很像因为像是呢你的专案的名字就是 project name。所以今天假设你要开发一个类似叫做，像昨天开发是 Grad System 嘛，就是一个学生成绩的输入系统，那请你就写那个名字，只能小写的，就要这样写哦。这个同学名字可以跟老师一样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 Package Name 不一样就没有差了。这个专业名称大家一模一样都无所谓，我们是看 Package Name 的，不是看专业名称的。所以老师写 Grad System， 就是一个只能小写不可以大写学生的一个系统。好 ，Enter， 就是一个专业名称的概念。好，他说那你这个专案放在哪边呢？请你跟他讲一下，我同意放在我们的 job project 里面，所以我写这里选择它，到时候我就产生一个新的 folder 在这个 job project 里面呢做这个 memory 的管理，所以 select 这一个 solution 这一个 folder。 好，大概建构了。好，那搬错误了，我们看错误是什么。他说呢这里有个很明显的错误，他说 pre， 我觉得有谁的那个麦克风没关到的，请你把它关一下。他说 Java Home not found in your environment， 就是 Java Home 这一个所谓路径的设定呢，我找不到在你系统环境里面。他需要吃到 Java Home 这一个所谓的环境设定的参数，才能够帮你建构 Maven 这个专案的架构。所以我们得回到这一个所谓的我的电脑环境系统变数进阶环境系统变数，给他个 Java Home 的参数。直到目前当下你要编译的那一个所谓 JDK 的所在的位置，这不会很难，这我记得我们这一开上课有做过一次，所以我再做一次，只是它的名字叫不要，叫 Java Home， 所以呢我先把它给缩小，这个就不要了，这是我们这个自救的。好，缩小不要电脑，同意这个老师就不用交给各位了哈，就同意请想一下当初怎么做的，老师在本地做哦，因为老师是 Windows 11嘛哈，按右键内容找到你设定环境系统变数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叫进阶系统设定，点下去。如果找不到的话，同学请你 Google 一下，你跟 Windows 进阶系统定在哪边。OK， 点下去。好，那我们要什么环境变数吧？我记得我们第一天上课还第二天就在装这个，对不对？同学忘记了，点进去。在系统变数这里呢，请你产生一个新增 Java Home 这个对应的这一个所谓的变数值呢，就是你所谓的这个 Java 的这个 SDK 安装的地方。好，那我们先看在装的什么地方，再一起把它做完。所以回来我的电脑，我们要找一下我们的 JDK 装在什么地方，在西槽 Program File 应该有 Java 这里，这是 Java。 OK， JDK 18，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开始装是最新的嘛，对，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最新的，到这边就好了，就这个路径是我要的，他只要这个路径，不要再进去了，这就是路径，请你把这个扣起来。如果找不到的话，老师给各位，但是我怕你装的跟老师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吧，你装的是 1.1.2， 然后找不到，所以同期还是要看你们自己的为主了哈。OK， 这里 Ctrl C， 我在这里呢，我们新增一个 Java 底线 Home， 然后呢变数值给他，这样好，我们确定一下 Java Home 是不是带底线的。没错哈，交代底线，套底线哦，都大写的哦。OK， 然后呢，只好你目前的这个安装路径按确定，一路退出来，再退，一定要一路退出来，退到就把它关起来。然后你这个 terminal 呢是整个是旧的了，请你关起来叉叉，因为它会吃不到那一个新安装的那个所谓的 Java Home， 所以同记得一定把它擦掉。不要擦掉啊！不要说老师，我找不到，我装的都没有，啊也没有把它关掉重开，所以一个时候要重开。好，再重开一次，看他能不能吃到那个 Java Home。所以刚刚做的过程都已经无效了哈，因为他找不到，但是他没有先安侦测，他是后侦测的版本，无所谓，没关系。点这里 ，Create Java Project， 到点，第二个 Maven 点下去，我要找的是这一个 Quick Start JDK 8以上的版本都以这个做 base， 最简单的 Simple Java App。点这个，首先呢，它有很多这个版本号呢，我选 2.8.0 的，这是属于这个范本的这个版本号。那我来一个，就是我想跟人家一样，所以我来一个 TW 都小写哈，这个绝对小写。
当年这一个属于是 Jerry， 你就来个 Jerry Code。Enter， 你的专业名字 ，UID， Brady， System， 一个成绩输入系统。Enter， 好，一样，他问你东西放哪里呢？就放桌面。就假设你没有弄好，突然就一直在那边卡卡卡卡卡半天，会气同学积累，要设定好哦。你要设定好，叠到这个 Java Project 这里 ，Select 它，看他会不会过。他没有报错误了，他在等。哎，可以了。大概经过这环境了，第一次会比较慢一点点。他把那些POM 档案啊，需要这个管理工具都放好，他在建构当中，等他一下。好，到这边他跟你说，这个 default 的 value 就是版本号是 1.0， 也不 OK， 我觉得 OK， 就按 Enter 下去。好，他跟你说呢，你现在 Group ID 就是你唯一的识别码，就是你的所谓的组织识别码 ，idle.com Jericho， 然后你的 unflick 这个 ID， unflick 在 unflick ID 的哈。是一个 Green System， 没错，我的专名叫这个。Version 的目前版本是 1.0， Snapshot， OK， 这个预设就好了。Package Name 一模一样，所以你这个发现，你的 Package Name 呢，其实的 Package 跟你的这个 Group ID 会一模一样，因为是识别唯一的概念。不然到时候假设你真的写了一个 APP 要上架的话，你发现你的 Package Name 跟它一模一样，你写的是什么？预设 Com Example， 一定很多用工 Com Example， 因为就是 Enter 下去了，那肯定上架不了，要改一下你的 Package Name 会麻烦。好，这时候你按 Yes， 大写的 Yes， 好，它就建构完毕了。Run success， 然后呢，他说按任意键呢就可以 close 它。好，他说你建构完毕了，你要打开它吗 ？OK， 我打开它 ，Open， 进来就会进到这个 Maven 的结构里面去了。OK， 到这样的历程，同学看得懂吗？有点快，好。然后再讲慢一点，那先设定好那个什么环境变数哦，环境变数我们一开始有教过对不对？有吗？同学们一还是二？是不是有教过怎么设定环境变数的那个路径？有吗？对不对？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试试看哈。好，那请你们呢试一下，有问题的话呢跟老师说。那如果你看到跟老师画面一模一样的时候呢，那就是。成功了 ，OK， 这是分隔线，请你们做一下。那同学，如果开两个 VS Code 对你来说电脑太吃力的话呢，你先关掉一个，先关掉一个，那把它 close folder， 它会出现这一个按钮哦，才能按这个 create 这个 job project 哦，才能够进来 Maven 这里，然后可以选这一个。好，进去那个版本号，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不用先做这一部分，因为你 Java Home 已经没有设定，所以你可以先回到老师刚说的那一部分呢，先做，就找出你的这个所谓的 Java 安装的地方，在这边，呀、yeah, ，没错 ，Java Home 底线正确，写在下面的系统变数这边哦，系统跟安装的地方在哪边设定？你说本机这个吗？这个内容吗？啊，就在这边啊，就跟老师的一样啊。本机系统设定，对，一样的地方。如果你是 Windows， 就跟老师一样。那如果是 Mac 的话，同学，请你去找一下相关的，应该同学会知道怎么做，因为用 Mac 的电脑基本上都知道怎么去建立这一个所谓的系统设定，因为 Mac 是 Linux， 相对来说他们会习惯那个写法。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直接透过这个命令列找到 Java 的安装地点。一般来说都在西槽的 Program File 里面，同学搜寻一下，看一下应该是 OK 的。
欸、老师，你可以再讲一次吗？系统那个系统路径设定。是哪位同学？23。OK， 好。我看一下，我先找一下这个版本的地方在哪边。奇怪，他这个能不能直接从这里查找到这个安装的地方？第一行。好，同学们都有找到路径了吗？先有路径哦，都 OK 了吗 ？OK， 请打个一，就是你知道路径在哪边。我说路径是 Java 安装的路径，不是那个环境变数的路径，应该是我们找不到的路径，都可以了哈。有一个 Java Pace 嘛，对吧 ？Pace 那是环境变数，跟那个无关。老师讲的是路径，就是西槽的 Program File 的 Java JDK 那个路径，大家有找到吗？这个有哈，同学都找到了。OK， 好。那因为每个 Windows 的这一个所谓的环境变数进入的地方不太一样，而是 Windows 1 Windows 我记得不太一样，但是大同小异，所以老师只能就老师 Windows 1的方式给各位看。那当然老师会找一下 Windows 10的做法，但是 Windows 7的可能又略微不一样，但大部分都会在这个本机这里出现。本机就是你我的电脑，请你开一下你的 Windows 这个所谓档案总管，随便开一个。来改开这个，好，本机 ，OK， 按右键，内容，你要设定这个电脑相关的环境变数嘛？对，好，进阶系统设定，这个名字一定不会变，不管你从哪里进去，从哪里出去，它这个叫做设定这个环境变数，都在进阶系统设定这边设定当中，请你点进去，有个环境变数的在这里 ，OK， 如果看不到它了，请看进阶这里。这边，请你点下去。好，那有上有下，对吧？上面是呢个人使用者的变数，这个是你的整个电脑环境的系统变数，所以我们针对在下面这边。OK， 请你新增一个，请老师把它删掉，删除，它不见了。新增一个 Java， 大写的哦 ，Home。然后呢，把你那一个西槽安装的那个所谓的 JDK 给它，西槽 Program File。Java， 找一下 Java 在这里。好，那有的同学很多版本，对吧？请找最新的版本，比较没问题的。JDK 这个到这边就行了，请你把这个 folder 抠起来，就是路径嘛。它需要整个路径，当它的这个环境变数。Ctrl C， 叉叉，贴在这里，确定。好，到这边没问题。OK 吗？到这边，同学们。好，等等，那有同学成功的吗？我看到那个 Maven 后的画面吗？啊，有同学成功了。好，那 Windows 10的可能老师要去搜寻一下，我记得地方差不多，只是可能画面没有那么的直觉的样子，我记得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可以 copy 搜寻 Windows 环境系统变数，其实这都是。直接去搜寻就有的东西。对，这只要是勾过一下就很多了，对，就一堆了。哦，它叫系统控制台，像这样子有没有 ？Windows 10呢，跟 Windows 8叫系统控制台，可能再扛在这里搜寻一下，看是不是这样。好，或是系统，对，这里点下去，一样，没错，其实一样的。所以这个环境系统变数设定方式呢，就是你如果版本不一样，当然就是请你搜寻一下它，写法都是大同小异。好，记得按确定哦，确定之后一路往后退哦，一定要退出来啊。比如说按确定好，老师我做完了，记得一定要关起来这个对应的这个每一个，就一路退出来。退出来记得你 VS Code 一定要重开，一定要重开，不然它吃不到那个 Java Home， 请你关起来，再打开。OK， 如果你发现装还是在的话，找不到那个所谓这个按钮，
没关系，请你按 File Close， 就是 Close Folder。如果你专案是打开的，就像你开的那个 My Lesson 一样，先把它关起来，或者练开第二个 VS Code 也可以。那把它关起来之后呢，就变干净模式，按这个按钮就会出现这一个 Create Java Project， 点下去 Maven 第二个，再来这个 Add Type 呢 Quick Start JTK 把这点下去，那选择最新版本号，这是你的专属的这个网域名称，就是你 Package Name， 请你命名一个。接下来这是你专案名称，请你命名一个。接下来你要放哪里，请你找一下放在哪边。老师建议说放在呢同一个地方 ，Java Project， select 它，就开始建构了。只要这里发现又错了，表示你 Java Home 没有设定好，要么就是你忘了重新开启 VS Code。那应该没问题，因为老师设定测很多次了，同学测有的同学已经通过了，应该就是这个是 OK 的。所以现在请你看一下哪一个环节有错。接下来跟你说呢。产生这些建构案的时候呢，是否要按照这个去做设定？当然就是 yes， 最后就是 yes 就好，那就离开了。那他会出现说，你是否马上打开它呢？你可以马上打开，你可以透过开启专案方式打开，都可以。我说好，我把它打开它 ，open，OK，、okay， 那就开起来了，就 OK 了。好，六号同学，请说。老师。可以，等一下哈，我先等廖同学。老师，我找不到那个。OK， 你要不要用那个聊天室的？你先看一下你是几版的？你用到的是几版的？然后再跑一次给你看哦。好，那个，哎，那实力太好了，那再来一次跟你说，同学请注意看。请你 copy 这个系统两个字，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放大镜，点下去，然后呢，请你搜寻它系统两个字，系统，点下去哦，点下去，就跟这个画面一模一样的，进阶系统设定，点下去，这里点下去，下面就是了。好，所以六号，哎，是六号同学吗？请你试试看。那三号同学，你的也是这个问题吗？还是不是？有其他问题，你可以开画面老师看。有改 ，OK 啊。找不到，你说 VS Code 找不到，还是你找不到？没关系，成不成功呢？你要后续开 VS Code 来用，才知道成不成功。你要开 VS Code， 然后产生备份专案，才知道会不会成功。那三个同学，你所谓找不到是找不到环境系统变数，还是 VS Code 找不到？同学，那个英同学一样，英同学，老师跟你说，方式一模一样，有没有 Windows 10？有没有？继续看了，有没有？这里一样，系统一样，一模一样。所以同学，请你搜寻他一下，搜寻系统。对，就这样，点下去，然后呢，进阶系统设定，其实这里都有啊，这里都有，对，都一样哈。所以同学，这个其实就是一般的电脑操作过程。好，那没关系，如果真的，比如真的，应该说你设定 pace 好都成功了，但是又说找不到，这个才要去做判读。但是这个其实就是你要设定好，它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复杂度。那请记得，环境系统点下去之后呢，在下面这一块哦。这是全电脑通吃的这个系统变数哦，要新增哦，新增 ，Java Home， 大写，一个字都不能错，底线大写，变数值填上去，填你那一个所谓的在西草的这个 Java 的路径 ，OK， 再一次哈，这一个西草的 Program File， 因为老师觉得说这个东西他头就卡一阵子。但没有办法，因为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做管理，所以呢，我们就辛苦一下。好 ，copy 它一下，上去，确定就好。确定之后，请一路退，确定退，关 ，VS Code 关，一定要关，记得一定要关，因为同学有时候会忘记关，然后说一直找不到，
好，那开起来之后，假设你专案还是在的，你找不到那个所谓 Create Job Project 那个按钮没有关系，请你把它关起来。就像这样，像这个像这个老师是旧的嘛？这个老师看一下长这样子，我找不到那个东西啊，打开就是我专案啊，没关系，把它关起来就好了 ，Close Folder， 把这个专案关起来的意思。那这个呢，我看一下我要不要 save 了 ，Don't save， 好，不理它，它就变干净模式了，对吧？按这个就有了，这边好。那后面老师不多说了哈，已经讲了很大概三四次以上了，有问题再说。三个同学，请说。你可以开麦克风也可以。哎、欸，老师，是，有听到吗？有，我有听到。你说，那个我新增环境变数之后，我的 BS code 就不见了。BS code 不见了？对。跟变数有关系吗？为什么？那这个变数变什么不见？不可能，这个太诡异了。BS code 跟环境变数无关啊。嗯。对，那老师跟你讲，没关系，很简单。如果你找到 BS code， 我就跟你说。点这里，开始嘛，对不对？找下它，你打 VS Code 之类的，一定会出现，因为你曾经用过它，它就一定会出现在这个基地之上。你就打 VS Code，一定有。有啊，点它就可以了。好，谢谢。OK， 好，再试一下哦，没问题的。好，也好了，因为通过这一次，同学知道说，其实很多东西是这东西是应该不能说是。基本的常识，其实跟说程式程式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哦，一定要知道怎么设定这些值，因为有时候你会吃不到。比如后面同学要学习 Python， 学习一些新的程式语言，很多时候都需要去把环境变数给设定好，它才会吃到相对应的路径。那这个流程呢，当然你可以忘记它，但你可以知道说怎么搜寻它，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很多人跟你一样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安装的方法，因为每一个系统它或多或少会有点小小差异性。OK。那还有其他同学是有问题，就是找不到的，或是没有启动到的。Open folder。尽可能成功了哈，因为不成功还是可以开发，就回到昨天的模式去了。但是变说你要开发比较大的专案的时候，你发现就是会绑定在某一个package 里面，其实不是个好事。我们需要它是独立的，它是一个唯一的概念。到时候发布的时候会编成那个对应的ESE 档，就是执行档的时候呢，会相对方便很多很多。啊，可以哦，要同学可以，因为它这个就是它会去自动去搜寻你缺的东西，然后自动去下载Maven。也表示你这个系统呢，应该有预设把这个路径 pass 写好了。你还找不到环境变数，这个没关系，就 enter 下去。他说你的 version 要不要 1.0？ 什么需要的是一个快照的意思，那还好，你就 enter 就好了。对，正确，按 enter。这个大写的 Y 呢，去按大写的 Y 就完成了。好，英同学呢，你是不是都有识的，对不对？好，知道小同学直接搜寻环境变数，哎，这好哦。看一下啊、哦，好像可以这样做，是不是？报的老师没试过，叫做他说可以直接搜寻环境变数，对，没错，用最新的版本 2.8.0， 同学这里可以，哎，不错，这个我们试教同学呢，成功之后看到多几个没看到 ，OK 啊，表示你的版本跟老师比老师还要强，你超越老师的版本了，试教同学 OK 的，对，所以直接搜寻就好了。那个英同学呢，请你直接搜寻环境变数。编辑它，哎，他进来了，我是更直觉哦，再一次哈，搜寻环境变数，哎，环境出现了，点下去，这里，哎，好，这个需要同学更好，点下去，下面这里就可以了，好，所以英语同学呢，请你试着说说看，一定是 OK 的。好，那上同学说开启 code 之后的步骤呢，好，我们再跑一次哦。OK， 开起来之后呢，整个都空的。如果不是空的话呢，请你 close folder， 这个中间 close folder， 把它目前专案关起来，或开一个新的 VS Code 都可以。只要是这个按钮按出去的时候，你要看到它有个 Create Job Project 的按钮，这里点下去，选择这个 Maven，
我要 Maven 管理我的专案，自动建构我的这个所谓的工具。OK， Maven 点下去，很多范本，请你选择第二个 Archetype 呢 ，QuickStart JDK 8这个点下去，选择最新的 2.8.0。OK， 这个就是你要专属的名字了。大家可以想象，你可能未来有一个网域，比如像老师叫 TW， 后来一个老师改一个名字叫 Jerry，Enter， 尽可能不一样比较好。这是你专案的名字，你就写 Demo， 不 OK， 因为 Demo 就是 Demo 嘛，不太知道是做什么，我叫 Grader System， 就是我在做昨天那一个所谓的神经输入系统，所以 System， 哎，太好了，好同学好了。不会不会，因为看不到同学的电脑了哈，所以不知道同学们的状态怎么样。好，运动学可以没有问题。我再说一次，好，进去了对不对？系统变数对不对？你今天去系统了对吧 ？Right， 系统环境，运动学进到这里了对不对？这里，你进去了吗？进去你打个一。有看到这画面了吗？有了哈，好，那进来咯，这里呀，点下去，这个是属于专属使用者的。OK， 那我希望设定到所有的电脑都要专用这一个系统变数，所以我写在这里，请你点新增，新增，我先把旧的先移除掉，这是旧的，删除，新增，新增怎么了 ？Java Home，Java 的家在哪边 ？Java 的家 ，Home 是家嘛？对，底线。HONE 红，好，用什么呢？就是你安装那个 Java 的这个地址，应该是目录了哈，这地点一般在西槽的 Program File 里面。同学都对的话，应该也是一样，应该也是一模一样。Program File， 除非开始安装的时候你有偷改地址，一般说不会这样做了哈。Program File 里面找到 Java 这个 folder， 找到编辑的这个 JDK， 应该说 JDK 可以很多版本， 15、16、17都可以，请你找一个最新的版本点下去。我要是这个目录。它的路径的意思了哈，点两下，把它扣下来 ，Ctrl A 也可以啊 ，Ctrl C， 点下去，确定，确定，确定，一定要一路推推推推推推到最外面去。好，那专案是开的对不对？请你把它关起来，因为它吃不到那个环境变数的设定，你还是会错，所以呢，我再开起来。好，如果开起来你专案的不是按不是这种所谓开启这个其他专案的模式，比如是有练习题好了，像这样，按这个钮是看不到那个 create Java project 那个所谓的起始按钮嘛，对不对？没关系，因为你要开新的专案，请你把它 file close folder， 把当下的这个专案给关起来，不要了，我要产生一个新的，所以 close 它，或者你另开一个新的 VS Code 也可以 close， 好，就很干净的，什么都没有了，空空如也。Getting start 嘛，对不对？按这个 ，Create a Java Project， 选择第二个。哎，你这个应该没问题吧？你是环境变数的问题嘛，对 ？OK， 我这边机器人了。好，那还有同学没有过的吗？请你打个。那我再问最后一次哦。同学过的，请你打个一。报数一下，好，29号过，过过过 ，OK， 再来，四个，11个，还有没有？老师，安装完之后是什么状况？十二个，十三个，四个，好，到此为止而已吗？还有吗？所以我们30几位同学只有不到一半装完。不是，我不确定，我不确定是怎样是装完。哦，那没有关系，你就进专案里面就可以了，就一样到这个 VS Code， 跟老师选择一样方式，只要你 Maven 有过，他没有说找不到 Java Home， 那就是过了。所以我们就一半同学装完毕而已，那其他同学在干嘛？好，那再问最后一次，没有过请你打个二。没有过的哦，没有打二的话，老师就开始了。好，我们都过了嘞。好，运动学还没过。
好，同学，那我们这样稍事休息个五分钟，好不好？老师要喝口水一下。我们大家不休息喽，我们就直接开始喽。好，同学们先休息一下。那同学问题的没关系，等一下你在这五分钟内呢，请跟老师讲，老师帮你解决一下，好吗？我们叫10:05回来，好不好？那我们就这次休息就不休息了，我们就直接到下一次去了。好，老师这边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再开始。好，同学们加油 ，OK 的。没问题的。好，那英同学呢？你再试一下。好，你说。老师你好，可以帮我看一下环境变数吗？没问题，你开画面。好，老师倒个茶一下哈。好的。看一下哦，哎，这样很好啊，按确定，确定，老师按确定吗？对对对，确定，确定，好，确定，下面那个对，再来确定，很好。然后呢，你就回到你的这个 VS Code，VS Code， 帅帅看，对 VS Code。那这边直接给他打叉叉吗？啊，对对对，等一下，不，你要我看一下哦，你这样最好的话，你电脑的那个硬体好不好？我是 i7 是大概四代还是五代的 ？i 几 G 的？几 G 的 RAM？ i 七的 RAM 呢 ？RAM 有八 G。啊，那你跟老师差不多，那我觉得 OK 耶。我觉得你开个新的 VS Code 试看好不好？另开新的 VS Code。那老师怎么开呢？你回到你的这个左下角的电脑，最左下角那个 Windows 那个，对对对，点那个，点下去，找一下 VS Code。你以前怎么开 VS Code 的？你之前怎么开 VS Code 了？之前他怎么点的？他有个接近在桌面，那这样子就直接点那就行了，再点一次。他这边有个桌面。对对对。哎，他的 VS Code 了，找一下。桌面上没有吗？桌面上没有接近吗？就是你的那个 Windows 桌面。桌面有啊。啊，直接点桌面就行了。OK， 没关系，这里有了。是这个、点进去，对对对，点进去，点它。好，这是全新的，所以你按左上角那个专案管理那个答案夹那两个，来来来，点下去。呀、yeah ，好，下面那个创建 Java， 然后第二个 Maven。这个选第三个下面那个 JDK， 对，就它点下去，选择最新的版本 2.8.0， 没错，写下你的名字，你的抗要留着哦，抗留着 TW 都可以，看你想设什么名字，你想想看 TW.com 你的英文名字你觉得如何？小写不能大写。相反的，先有那个，它是倒过来算的，倒过来组的，这样不对不对，重来一次 ，tw.com，tw 先，你的 yin 在最后面，对 ，tw.com 反过来写 ，tcom，com 点
你的名字，就这个 Enter。好，专案名字请你打 GRADE。GRAD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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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 呀、yeah. 好，你要放在哪边你决定一下，放桌面可以吗？嗯，你要确定要放桌面吗？会不会容易不见呢？你的专案放哪边，你的 Java 之前写程码放哪里就放哪里，把它们在一起。不是 Java， 不是 Java， 是你的那个，你之前写那个 my lesson 在哪边？你的练习题写哪边？那个我忘记了。你忘记了？好像是这个。有啊，终于看到一个啦！我看到这边有啊。所以你看这里，我看这边有一个东西，不是吗？左上角这个吗？对，右边这个不是吗？那不是你专案吗？对吗？对，不要忘记它，好，关起来。那跟那个无关，你要找到它的，你不能直接这样开。所以你点桌面，左边有桌面，等。上面这个桌面，快速存取呀，就它，点它，点，标进去哦，标进去哦，哎，标进去，上一页，标进去，你又更进去了，标进去，上一页，上一页，上，再上 ，Java Project， 对，这里 ，Select， 下面有一个按钮，点下去 ，OK， 好，等它一下，希望你可以一举成功，应该可以了，应该没有报错，再等它一下，啊。可以酷，开始了，它也下载了。那你 OK， 你没问题了，你可以自由发挥了，可以吗？记得 Enter 按 Y，Yes。那就是等这个跑完就可以用了吗？这个跑完你要按那个 Enter， 然后按就确定你的版本号，确定都没有错，按大写的 Y， 它会提示你就 OK 了。你等一下，好吧？好的，谢谢老师。好，没事。好，22号同学，请说。老师，那个我是卡在，就是我现在要 open 那个新的，就是 Java project， 可是它秀什么 create project task 什么错误。嗯，那你要不要重建一次看看？重建一次 Vivian， 就把刚刚旧的删掉，重跑一次。然后再去开启它，因为开启的步骤没有错，不会错。会不会你建立过程有错？还是我分享一下我的画面？是可以，但是光这样的问题，老师应该没有办法判读哎。老师建议说，你就重建一次看看，把旧专案删掉，重建一次再试试看。哦，好，那个专案的名称，就是我那个网址输入完之后，对，你说要打什么？那个还好，就是你专案名字，那个专案名字你定义就好了。然后写的是 Great System， 跟昨天名字一样。你说那个叫什么 Great？ G R A D E， 然后 System S Y S T E M。哦 ，Great System 就可以。对，你写 Great 啦，你写你的名字都可以的。我觉得那个还好，那是专业的名字而已。对，好。那还可以。好，三号同学，你说没做到，没做到，你看得出来这个画面吗？就是你的画面有看到这个架构吗？哎，老师，我需要分享画面给你看吗？可以，来。上学也没关系，你看你声音不 OK 的，因为那就是你，按太快了，除非你要么可以重做，要么就维持这样就好了，因为那只是一个后面在做专案的专业专案的时候你要设定好就好了，现在是测试版还好。那我就觉得 OK， 你就停在这里就好。当，哎 OK 啊，都当了、啊，结束了就完成 ，OK 的。二下同学，对，他没有说什么 fail 啊，然后 error 啦、啊，那是 OK 的。你就开专案跟一样，老师这样有没有？放来 open folder， 如果你看到说，哎，怎么建完没怎么都没出现的那个东西，但是他没报错 ，open folder 就一般看专案一样，找现在东西在哪边，老师放桌面的 job project， 对不对？然后这个是刚刚进去的那个叫做 Great System， 这个打开它就好了，就成功了。没问题，小事。好，英同学请说。
老师可以再帮我看一下画面吗？可以，来。他这边已经跑完了，那我还要做什么？你画面没有切到哎、欸。好，稍等一下。好。牢记的那个就是他问你要不要这个 page name， 然后就确定这一个这个版本号，那就 enter， 然后有个 y， 你按大写的 y 就过去了，应该是没有错。老师，他这边已经啊，对，没错 ，enter， 打七了，确定版本号 ，enter 下去 ，enter 吗？对 ，enter， 好，是不是有个大写 y？ 你挡住了，你那个隐藏一下它。隐藏器了，对，大写的 Y 嘛，打下去大写的 Y， 确认。再打一个大写的 Y 是不是？对，来，大写的 ，Enter。好，你看一下右下角是 Open， 按下去。太好了，你成功了。好，你可以稍事休息一下。嗯，好的，谢谢老师。没事，三号同学来，换你。同学就像老师的小孩一样。哎，对，这里，你到这里吗？对不对？对啊，我到这里。这里 OK 啊，你可以改一下你的那个网域名称。你应该没有申请过网域嘛，对不对？网址。对。那你可以想一个你想要的名字，比如说你的姓名，你的域名叫什么？英文名字。对，改掉你身份。你打 TW 先打点 com 点你的英文名字。好，太好了 ，Enter。Enter。对 ，Enter， 不是执行 Enter。按钮的那个键盘的 Enter 有，我按了，可是没有反应。不可能啊 ，Enter 它就会有反应啊，奇怪、啊。还是我有安装错吗？没有，你是从哪里进去的？你是从哪里进去的？那你来，我跟你讲，重来一次。你到那个左边，下面有个创建 Java 项目，没有这里就可以，最下方点下去，对，选择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对呀，没错，2.8.0，正确。哎，对啊，好，再来，继续打你名字 ，tw.com， 呀 ，com， 再来 ，enter， 有了，好，专业名字，老师有同学有分享那个英文专业名称，看到吗 ？Grade System，GRADE。专案的名字是可以任意定义的，那些 SQL 都可以，就像编程系统，对，就是你专案的名称。对 ，Enter。好，让它一下，然后你要放在哪边？你的原本的那个 My Lesson 在哪里？还记得吗？会在桌面呗。桌面。的哪一个呢？这个吗？好的，停。那按上一层，它放在一起就好了，所以按上一键，对，你放在 Java 这目录，点 Java 就好，停住，下面啊，对，没错，就这样，放在一起。好。好，等一下，同学，你 Java Home 没写好，为什么？他说，你看 Error， 你的 Error Java Home not found your environment， 你看到我那行字吗 ？Error， 表示你 Java Home 没有设定好，来，一次把它做定，搞定，你到这一个左下角，有个那个放大镜。不跟专案 VS 无关的，跟 Windows 有关。最左下角。这个。对。点下去。搜寻环境变数。好，第一个点下去。有 ，OK， 对这个，我觉得 OK， 继续看，老师看你 Java 后面写好。哎，有啊，那你可能你 VS 空没有关，对不对？你刚 VS 有关起来重开吗？有啊。有就 OK 啊，我要看一下你这是自己打的吗？等一下啊，你这个环境变数从哪来的？你从哪里抠过来的？我Java Home你从哪里抠过来的？你有带底线吗？我是没带底线，不，底线编辑来按编辑，
和编辑，对，底线不是点，这样，对，确定，确定，确定，好，月收关起来，对，好，重开。然后一样到那个左边啊，这有了，对，按下去，好，过程一样，你自己打开看，应该就可以了。呀，美文，第三个没错，再来，对 ，TW 开始，好 ，grade G R A D E G R system S Y S T E N。好 ，Enter， 一样 ，Java 就它，是它嘛？没错 ，OK， 哎，不要继续，上一上，对对对，这样可以，这样对，这样对，对对，一样对 ，Sorry， 好，有了有了，它在跑了，嗯，好，谢谢，好，那之后等一下记得要 Enter Enter 按 Y 哦，知道吗？好，好 ，OK， 你 OK 了，谢谢，没事。好的，除了刚那位同学可能还在跑最后的流程当中，其他同学如果现在还有问题的话呢，请你打个二。要看到你跟老师画面是一样的话呢，那就是你是 OK 的了。好，那刚那位同学应该是三号同学对吧？你 OK 了吗 ？OK， 我请打个一，就是你有。二四号同学，你打二，老师很伤心。为什么你是二？你有什么问题呢？跟老师讲一下。还在跑？哇，你们两个那电脑跑那么慢。那二四号同学，你什么有问题吗？老师看你打二。哦，对，我刚已经重设环境变速，对，我现在再试一下。哦，所以你还没好。OK， 了解。对，那 OK。那同学们，我们等这三位同学 ready， 因为哎，太好了，上同学 OK 了。好，所以明天的专案呢，我们会这样做哈，一样会。因为这样好处在很，其实会很多很多。你会发现之前的写法有点像这个比较，像练习的写法很像，就是有这个章节分门别类。但是这时候你要开发是一个完整的专案 ，maybe 就是一个公司专案，你得把它环境变得更干净，属于专属的这个 folder。那它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网域的名称，比如说来自于专属的 page name， 有自己的版本号，都可以点一下这个 pon prompt 插入这里。你看到目前所有的设定到这里了。用到的 model 编号啦，你的 group ID 啊，你的 filter ID 啊，然后你的 version 啊，这都可以改。你改在 2.0 呢，它就变 2.0 的版本了。到时候发布就比 2.0 做发布了，所以这也是很方便在做修改的。这也是一样，等你改成 1.9， 它就变用 1.9 来编译它，以此类推。所以这个 PON 档案就是一个所谓的自动化建构的档案，它可以很快的呢按照这个设定呢做建构。到时候你不要真的改哦，因为改的话到时候它会再重新再去做下载动作。也看完，就先看一下就好。比如说什么，这个编码格式，我们那时候卡很久嘛，对不对 ？UTF 八都全部写好了，用到了组件呢、啊，都帮你弄好了，密密麻麻的哈。最后去它有一些增加新组件的方法，最后去遇到我们再去看怎么增加它。只要你这一增加了，它会自动去 upgrade， 自动去找最新的组件下来，让你的这个程式码可以跑得还可以运行。这属于透过 Maven 在管理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有个档案就是 pon 点 xml 这里。那是 RC 呢，放的是你的 source code， 就是你写程式码的地方。它分两个区域，一个是 main 主要进入区，你发现它写的就是
你的网域名称，对吧 ？Java 是你目前的这个专业名称嘛，就是我们的目前的进入 folder， 但是后面所接的呢是你 tw.com.jericho， 所以整个 page 是蛮深层的哦。所以在哪边呢？看你的 APP， 它产生一个空档案给你前面测撰写用的哈、哦。点进来 package.tw.com.jericho 是老师的，就完全你看到是你的。到时候我们再发布这一个同样的名称、同样的这个所谓的产品的话，不会强碰，因为他会看 package。Package 一样的话，表示说有人发布过了，请你修改一下你的名字。所以为什么 Package 很重要，就是在 Java 的世界里面呢，它透过 Package 去认证你的程式的唯一性。所以当然这就很重要。但你不可以乱写，我写个 Apple 可不可以？那是你的想法。但是一般来说，你写 Apple 的话，面说你可能用到别人的那个 domain name 的话，到时候会强碰到会有问题。好，那再往上去看哦，同学们二三号等老师一下。那 Test 呢是测试区，会一模一样。会有个名字叫 App Test 的测试程式码的地方，这老师不赘述了，这后续有空再说了，因为这个是个测试单元的写法。总的来说呢，在这个所谓 Maven 架构里，它很简单很简单，就是一个 source code 放了你所谓写程式码，从 main 开始，所以我会从 main 进去，不从这里进去，记得是这里哦，选错了，这里进去。那这个 target 呢，就是编译好的答案都放这里，它会自动去编译它，所以都不用理它，就是有编好的程式码这边。那怎么测试可能不能成功呢？请你这里按 run， 一样就是这个 app 点 java 嘛，它是一个 class， 是 final 的，不能被继承了，它是最后最后的了。从这里启动，请你按 run， 看你的这个所谓的 terminal 能不能出现这个输出 hello world 成功。接下来再试一个，看中文有没有成功。中文测试一下，我们现在 UTF8 对 UTF8 应该是没有问题。刚写的这个 prompt 里面编码写的是 UTF8。然后呢，你这里也是 UTF8， 换句话说，两个 match 到的话呢，不可能出错。好，那我们试试看喽 ，run。好，那就 OK 了，表示呢，目前你这个所谓的 Maven 的这个专案管理已经 OK 了。那这里有个警告，这警告看来就是要把它大概移除它一下，看一下在哪边。这边写同学注意看哦，这个警告是这种颜色对吧？有点像是老师像橘色一样，这个小橘色这里小小的这右边这里小小的。请你看它在哪边，可以 scroll 这个地方拉下来，因为警告不是错误，并不明显。这里小小的这个所谓的下滑线，你可以看一下，它应该是这个 information 少了什么东西之类的。那 quick fix 一下，这个没有修正也没关系，就是要不要修正，因为看这依旧觉得有点不太舒服。请这个好了哈，就是 make list execution as ignore in prompt， 就是我去忽略它的意思，我忽略它了，这对我来说没有重要。忽略它。好，只要你有更改这一个所谓的 prompt 档案，他问你说你要不要重新建构一下？好，我决定要 ，yes， 那重建一下，需要点小小时间，成功了。所以叫你改这个档案呢、啊，有点像是改那个主态设定档案，就是所谓编译的档案，改了版本号，你改了这个所谓 SDK 的版本，它都会自动去建构它，所以是自动化建构工具的意思之一。所以你发现你这个就消失了，那你就 ready 了。所以同学们，好的同学呢，请你们大概看一下，跑一下。那记得，我们程式经理是在 SRC 里面的这个 APP 点 Java 里面做我们相关的程式开发。那请你测测看。好，二三同学，请说。老师，你怎么进到这个 Gray System 画面？我找不到哎、欸。好了，我教你。如果你确定你已经建好专案了吗？就是 Maven。我刚刚有重开之后，但是我不确定我。那你之前流程呢有做好吗？就是那个流程，对 ，Java Home， 然后 Maven Project 的系统都 OK 了吗？对，好，那就跟你说，你专案在哪里就去哪里找它 ，Find，Open Folder， 找出你刚装专案的地方，你一定有印象，比如说是放在 Java Project 里面，对不对？对，点它，选了它，这就可以了。但是我们里面它是没有建成功，所以我看不到。你可以先分享画面老师看吗？等我一下。要、yeah。那教同学要测试一下哦，跑一下。按、啊、那个警告，如果没有影响是没关系的哈、哦。因为老师有点小小的洁癖，看到那个警告就有点不太舒服。都可以试着把它移掉。其实，在 VS Code 里面很多那种协助你 Quick Fix 的方法，快速修正，大家可以试用 Quick Fix 呢去修正一些问题。但你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大概问在哪边。好，那你怎么找的？是看一下你怎么找的。
你怎么去找你专案的？哎 ，OK， 好，是放在这个 My Listen 里面。哎，对，为什么放在 My Listen 里面去啊？跟 My Listen 没有关系啊。跟原来的，你要放的是你自己的一个新的 Grid System 啊。My Listen 是之前的，就是我们之前的练习题的地方。对，我只是路径指到这边。那但是我没有看到新的 folder 啊。对，我也没有看到，所以那表示你建构有问题。那你重建一次，老师看一下你的流程。重建。重建。你先按我看一下。你按 file 老师看一下 file。哎，按你的 create 那个 Java project 在哪边？你再按掉，重开之后就没有看见。按掉，对，离开它，按掉，没有，就离开那个 file， 对，看一下，等老师一下啊，它应该藏起来了。哎，你不要到这个画面，你回点 VS Code， 回 VS Code， 对，看一下啊，你跑到下面去了。我看一下 No folder opened， Open Edit。点那个第二个 no folder opened， 你要去。然后呢，为什么你的 Java 那个都不见了？往下 scroll， 你看缩小了，下面有一个那个没有？这个地方没错，右边是有个 scroll bar， 右边，往右靠一点，滑鼠往右边移，再移，上面是不是有个 scroll bar？ No， 太过。Open folder 旁边是有 scroll， open folder 旁边右边啊，哎，在右边，在右边，那是左边，对，拖，再往下，这拖太快了，再来。再来，下，再来，啊，出现了，你把它缩小了啦，哦，下去，好，来继续做，那变成再重建一次，要啊，因为你没看到啊，因为老师没看到啊，你也没看到不是吗？OK， 对啊，所以要重建，确定你放在哪儿，来，来个名字呗。好，那后面一阵波不要了，删掉。OK， 来，专业名字改一下 ，Grader System。Enter。好，放在你刚刚那个 My Listen 的旁边。选到 MCL 就好了。对。往上一层，对，点下去，正确。好，不要动哦。右下角有没有出现什么讯息？没有，那没关系，你直接开。你一样回到那个目录，奇怪，我看一下，我注意看，你的右边的，不要动哦，它在建构，等一下，有了，你看右边在跑，你刚刚在跑吗？你有看到吗？有，刚刚也是有在跑。好，那你稍等一下，看它跑怎么样。因为第一次，用 Maven 的话，它会下载一些组件，就是它套件，会比较慢，后面就 OK 了。看起来这次有成功了。对，因为它，除非你网络突然断线了，不然它就直接下完毕就 OK 了。那你知道找完毕之后，它要干嘛？你知道吗？我知道。还记得步骤吗？走步骤。我知道。知道，好，那就切画面了，换别人了。好，谢谢。交给你了。是不是还有同学有问题啊？有的话。切画面，老师看一下。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们得要往前继续前进了。同学，没问题了吗？好，太好了。那我们开始吧。如果你还没看到这一步骤，没有关系，因为像讲的是简单设定一些东西而已哈，跟专案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同学继续做。哎，老师也不皮啊，不否的，好。我中间的比较很重要哦，不要说老师，我不知道放哪里，不能这种回答哈、哦，这种回答的话，以后你去公司上班的时候，说没有跟对，我不知道，会完蛋哦，会不 OK 哦。有同学请说，什么问题？老师，我的 VS Code 它一直在转哎，在转断机了，要不要关起来重开一次？关起来。对，如果你确定刚刚有成功过，那可能就是宕机而已。那就 VS Code 关起来重开一下。好，
好，那我试试。好，你试试看。好。跑来跑去的东西。好，那钱同学要麦克风关一下哈。OK。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把今天要做的事情先给他约定一下，因为现在做的东西会比较大一点点哦。能知道昨天就这个固定画面嘛，做了这个左边，还有右边还没做。做完之后要做什么功能面的撰写嘛？还有什么呢？这一个所谓功能开发，还要存档，还有这一个所谓的读取。好，二道等，请相等一下，我先把它讲完。好，那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到下一步去。我觉得下一步不会跟城市开发无关，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好，先跟讲，那先讲一下理念一下哈，这样同学后续好的同学可以不用再等那么久，先做。请你回到老师的专案里面去。老师有更新这一个所谓的PDF 嘛，对不对？里面放个东西。好，我等下我放去哪里？稍等嘞，放这里。Sorry， 十四章有个 readme 点 test 的。我没有分享画面吗？好啊，没关系，我再分享一次。你刚刚好像很清楚的 ，sorry。OK， 好 ，readme 点 test 就是老师有更新，早上有更新版本嘛，对不对 ？OK， 老师可能到早上9:04。OK， 最后的关卡了，把它更新完毕。OK， 好，那为什么写这个呢？这个要跟各位讲一下哈，同学会后面会学到 GitHub， 那这个很重要，所以先看老师的写法。那你尽量看一下就好，因为其实同学没学到没有关系。给各位看一个大概专案的写法，有很多种，然后我就给各位随便看一个这个好了。这是一个 Jungle 的东西，哦，就这个，就是这个所谓对应的专案，它其实有一个过程嘛，你什么时候开发的，用了什么功能，然后用哪些所谓的这个技术，比如 Java 这个版本号，用了 Maven 管理工具，然后呢一堆的套件 ，OK， 你可以写得很清楚。这些给你看，也写给未来的这个面试人看的。好，这第一点。第二个，把目前要做的功能大概写一下，有点像是笔记的概念，写一下哪些东西没做完的，哪些可以去优化它的，哪些什么东西可以慢慢加上去。所以这个要做，这个做怎么做呢？很简单，回到你这里来。你专案里面老师要跟各位教一个东西。好，第一个，在当下这个 folder 里面，请你产生一个答案 ，new file。其实这名字呢不要改，大写的 REA。READND 它是一个 Markdown 的所谓的注解模式，有点像是一个笔记模式。ND 是很重要的 Markdown。OK， 先这样写，下去 ，Enter。好，也变那样。OK， 那这个怎么做呢？怎么变成老师这样格式呢？上网搜寻一下这个 Markdown。这老师语法就不赘述了哈，等有空有希望就去看一下这个 Markdown 编辑器。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就是这个程式工程师呢，在写这个注记，写这个类似这个笔记的一个很好编辑器。你不写可不可以过？当然可以，没有问题。不写可以，但写的话对你来说会有帮助。所以这都有编辑器，大家 Google 搜寻就有了哈。左边呢是目前这一个你要写的语法，右边是显示的效果。同学发现说，你看这个那么大的字怎么来的？井字号一个井最大，再来两个井、三个井、四个井、五个井、六个井。所以大家可以测出语法，所以这里老师就不赘述了，同学自己看一下这语法。很多你要出画面啊，出什么的，这个网址呢，老师给各位，有空再来看这个东西。OK， 那这个不是程式员，它是一个标记语法，表示你写程式遇到问题了，然后呢想跟人家分享或什么之类，都可以这样做。好，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刚刚说过了，我们把我的目标定一下嘛，对不对？所以缩小 ，Markdown 开始了，来三个井，三级制，叫做学生成绩输入系统。就像是在写笔记了哈，让同学这个问题的话，我尽量不回答同学的错误问题了，好不好？这同学请你自己试试看，没写都是没关系，因为这个再写下去，再修正下去的话，我们会没完没了，会影响到我们程式开发，所以这个老师跟我讲你怎么做，那请你试试看。好，那老师给各位的东西了，这是目前我们要做的项目，怎么做最好呢？给各位看看怎么写，请你尽量发老师，不要这个错误，请你就先 hold 住，好不好 ？OK。其实在每一个对应输入的时候，你要换下一行的时候，请你不要连在一起，先按两个空白键，切下一行。这个呢是我要显示的一个主要效果，所以同学要记得注意听哈。按一个箭头号，箭头，右箭头，把这个扣过来。画面GUI就是我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画面 UI 的设定哈。画面GUI这个就做设定，或是编写都可以，但是你写的注标记的所谓的这个笔记的概念一样，空两格 ，Enter。每一个功能呢，
就是你要做的任何事情呢，请你去把它做分类一样，列表一个井号出现，空一格，记得空一格，井号空一格，把这三个全部过去。啊，这个找井号对不对？记得哦，两下减，过来空一格，后面有没有空两个人？没有，两次减上来。他说：“老师，你是从哪？你按下很厉害吗？很不得了吗？”哎，然后出去看一下，他就很厉害了。这样的模式啊，是骂当语法，你看不出来它产生后的结果，请你注意看这里，有一个是按钮。那如果找不到的话，没关系，请你搜寻一下，老师也没办法去帮你做这个事情。记得看这里，这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请点上去哦。OK， 同学，你看这个就帅气多了。你这样写一写呢？哎，它就变这样了，这么酷炫，就像是你在写这个时候，你可以边写笔记边研究做的事情了，比如打勾啊，做完毕了来一个什么勾选啊，或圈圈之类的，圈圈叉叉之类的，或叉叉都可以，像这样感觉很像。所以呢，我把这个抠过去，我可以多给各位一份，好不好？但是请记得这个语法是这样子，不会很难。你有兴趣的话呢，像比如说你忘记那么大的语法了 ，OK， 很简单，我把刚刚那个网址给抠过来。上去，你就有个连接了，你就可以点过去 ，OK， 它就开网页 ，OK， Markdown 是这个语法 ，OK， 我再自己再照这样去写它就 OK 了。所以这个所谓 Markdown 真的很好用。那当然，同学如果问题的话，老师尽量没办法去帮你去做这个解决，请你照着做，它是个文字档而已 ，OK。好，因为我们的时间还是有限的哈，那我们就往下，我把它写完哦。换句话说，很快，要编一编，编一编，好，这就是第二功能，你就来这个。所以右边你有开启的话，你会发现它就开始，就是所见即所得了哈。记得空两个，你看你碰两个，它会连在一起，全部连在一起了。哎，不是我要的，没有减号的话也不行，它不会成为列表。所以大家知道它大概的用意哈，就是你要写对的话呢，效果就会出现。好，那这就一样，输出到 test array， 就是每一功能大概写一下，有点像历程的感觉。这个，但我不确定要不要做呢，所以我来一个，先目前没做，叉叉 ，OK。好，多一次，它会自动去做这个储存。再来，这个 ADR 成功了，储存功能，运动符号给它，它出现这个所谓的标记方式。这里连在一起表示肯定你没有写这个井号，剪一下，空一格，连在一起怎么办？没问题，两下。那储存档案名称这个也是我想要出来的。好，那这个呢，我想归宿在这个存档案名称底下做测试，所以在 table 线移进去，它就缩在进去里面去了。这边讲归属于它，又像是呢，这个储存档案名称有很多细项要做的，再依序划分一下。后面连在一起也是因为忘了按两次空白 ，OK， 就空白了。那一样扫井号，以此类推，把补完。等一下会把这个答案给各位，所以大家可以直接贴上去好了哈。那但也要看的话，同学记得这个一定要打开，刚那个缩小模式要打开来看，再给各位看一次。现在获取功能，哎，太好了。所以发现呢。你的语法，老师语法没有会到很多很多，但是我可以知道说基础语法我会。那我在做的时候呢，除了你可以写更详细，比如说可以多一个使用这个技术或使用这个版本，然后来个什么 Java， 好 SDK 1.8， 它是1点多少？1点好，把它写完哈，确定一下。Robin 这里。因为版本号对开发是有帮助的，就是不同版本号，比如今天你甚至要去分享给别人，别人跟你说了，一直开发不过去，一直过不了，为什么？他用到很旧很旧，可能 JDK 只有6的版本不行，就跟他讲说，我用的是 JDK 18，请你下载18版本呢，你再有问题跟我说，所以这个就是要阻止他一下。你可以用 Maven 写一下，没有管理，我觉得是 4.0.4 吧，就是这样子。OK， 像这样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是。怎么办？MARK 发动语法 ，OK， 那就可以以这方式来做就行了哈。那这个机制可以变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它就会出一个分隔显示，哎，这样更好。好，那同学到这边大概了解这一个对应的 ND。Markdown 的写法了吗？大概知道了吗？可以关心打个一，大概他在干嘛？可以理解吗？可以了哈。
所以到时候同学在做的时候，当然说老师我写这里有意义吗？到时候你学会 Git 的时候呢，你在上传 Git 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都上去了，就顺理成章就变成你的说明文档了，你就不用再写第二次了。所以有点像是你在边想专的时候边想，哦，可能要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 ，OK， 以此类推的概念。好，老师把这档给各位，所以同学就不用再去同步写一次了。所以我 open 一下，它在哪儿？那请你放进来这里哦。那这个问题，同学，请你暂时不要问老师哈，因为我们其中十六分会不够，请你 copy 贴上就好了哈。好，我们这个好像没办法直接贴档案是吧？我们的这个 run 不能贴档案啊，真的不行哎。老师放在我的那个分享区哈，大家抓一下。嗯，专一样里面哈。老师刚才要丢到我们的这个。会有问题，所以老师放上去。好，这里，同学请有空请你抓一下，因为我们要继续往下走。好，其实这有写当然是好了，就是说你在边看哦，那先坐在这里了，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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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类推，哦，那就会比较好一点。好，同学先扣一下呢，老师准备一下东西哈，我们继续，等下就马上开始喽，大概一分钟，等老师一下，老师要开一下两个 VS Code。OK， 同学，那我们就来把昨天程式码慢慢的搬过来，让它先可以跑，然后呢，我们再增加以下功能。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了，我们要做画面 GUI 的事情，就是昨天那个使用者这一个所谓的图形界面，目前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分类一下 ，App 呢归 App， 把它擦掉。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Graceton 呢从这里建一个新的。就是来一个新的这个所谓的 class 类别的设定，所以我这里来一个，这边 Jericho 这里，按右键 new file， 从记得是在这一个对应的 source 里面哦，那就整展开了，好，那边要缩小嘛，好 new file 一下，在这一个在 app 的旁边多一个哈 grade G R A D E， system， 把昨天系统的分开来写了，这里，我希望它来启动它。哦，所以很简单，怎么让它启动呢？试着看了，直接 new 就好了。new grade， 那就完成了这一个绑定动作了哈。很简单，就是这里是我进入点 ，app 归 app， 就是我进入点归进入点的。我的这个所谓画面的设定啊、逻辑的撰写啊，都放在 Graceton 这个 Java 档案里面去了。你像把昨天的档案呢，慢慢的搬过来这里，然后呢，从这里继续做的意思。直接成功之后，你看 F5。那跑一下，好，那什么东西是因为你按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要回来这里 app， 要看到那一个所谓的中文测试 hello world， 好，那可以了，表示呢最起码你这个没有报错，表示他有去找到这个东西了哈，好，那回来这里，因为我们 Graceton 没有进入点了，也不需要进入点了，所以我们要把昨天的程式码呢慢慢的搬过来。慢慢过来，所以同学为什么要开启两个 VS Code 讲的？因为昨天程式码是在的嘛，对不对？老师帮你哥哥看一下，我们昨天是写在这个14章这里，然后 Graceton， OK， 这里昨天是命名，16是 Phone 嘛，我觉得命名不好，不像一个专的名字，但这是对的，要 Instant J Phone J Friend， 然后 Implement 这个 H Listener， 因为我后面很多按钮，我们有这一个所谓的储存、读取。还有这一个清除的按钮，我想知道说，透过最快的方法，知道我按下哪个按钮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实做这个界面，叫 Action Listener， 让我方便可以辨别谁是谁。所以我就在这个专案里面，跟这个类别里面，除了继承之外，还 implement 这个所谓界面。OK， 请你照这样做。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Instant， 跟昨天程式码是相同的哈 ，Different， 所以大家可以同步的慢慢搬一下，然后呢 ，implement。
已经报错，我先把它处理掉。它少了这个 JFrame 用，所以 import the Java叉 swing， 它可以直接透过它来 face 就好了。OK， 要带星号，这样可以处理很多相对 J swing 的东西。好 ，implement 一下 action listener， action listener， 没有是正常的，因为这个 action listener 我记得它不在这里，它是在 Java 的 RWD 里面去。看他们 quick face，quick face， 点点看。他说这里有了 change to， 但也不对，这不是我要的，看是拼错字的，我们试试看。从这里呢回来，我们一路看看。我们 Java AWT， 这样会过吗？会过，可能是在什么地方呢？在 event 的这里。event event 点信号，哎，过了。这个跟昨天一样的哦，昨天错误也是这样子，就是找不到它嘛，对。所以有些专案里可能要去搜寻一下那个 Java 的 API， 找出这一个 H listener 放在哪个地方。那他一般会跟你讲，就是在 Java AWT Event 系列，就所谓事件系列里面，他会发现错误正确，因为你要去实作它，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一个界面，界面会有抽象的方法，必定要实作，所以这里可以停一下，这一定要去记它一下，因为它应该说这个可以去用 QuickFace 方式做，他说你要去实作这个 Action Preferred 的这个方法 ，OK， 再一次 QuickFace， 哎这啊 Implement the methods。这个就是呢，要去记着，要去这一个所谓的 input 界面的时候，必须使用的方法。这昨天讲过了，所以我就不赘述了。放到最后面，因为这方法很重要，很重要。所有的按钮由它启动，那逻辑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老师把它放到最后，最后，最后，最后。好，接下来我们来搬东西喽，开始搬，全部搬过来。我们从这里搬到这里，先把建构室搬下来，再慢慢改。从这里到建构室 ，Ctrl C， 在这里，上去。犯了错误，一定是引用的错误了，一个名字不对，改名字。Okay, emissions 呢没用进，没有 import 进来。OK， face 一下，它应该在这里。Java WT， 所以一般来说你要引入这两个，一个是 swing 的型号，一个是 WT 型号。那 event 是在下一层的，所以一定要特别引用进来，它不能透过这个引用取不到它。好，那看起来还有小问题，解决一下。好，没有这个 init left 的这 panel， 你可以先宣告空的。因为只有本地用到，所以写成 VUID 好了，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本身用到，所以老师就崩开了。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暂时先停一下。为什么？因为我这里写好它的所谓的继承 JFrame 它的布局样式的，然后呢，这里我也写它自动的画面了，然后把这个 Celebrable 也写完毕了，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简单先停一下，看它会不会出现这个画面。OK， 回来 App run 一下。我是按这里看到不会吃到这个 app 的 Java， 我试试看。可以。一般来说呢 ，Maven 管理专案里面呢、啊，它会认可说曾经输入运行过这个 app 的 Java 的时候，它有带 main 方法，大部分会这样子。你按这个 grace 的，它找不到 main， 它会找它。大部分是这样子。那如果真的没有关系，就你回来按 app 1按 run 一样可以。所以这个专案管理它好处在于说它是可以的。好。等一下就成功了，成功什么？最起码我们这一个所谓的app 去执行 GraceTen， 它是 OK 的了，它是 ready 的了。我们到这边可以理解吗？我们在做什么？搬程式码的过程吗？可以理解吗？还 OK 吗？可以哈，哎、欸，好，同学请说。其他同学怎么了？老师不好意思，我只是好奇，就是这样子搬程式码，跟我们直接从档案那边复制贴到新的专案上面会有不一样吗？嗯。应该是说还是会不一样啊，名字不一样啊，名字不一样。哦，对，那另外是老师会修正它里面一些小东西，所以我想一步一步移过来，因为还有昨天写的东西不是很多，还有机会去调整它。呀、yeah, ，是这个意思了哈，刚好复习一下嘛。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继续往下。我希望呢，这一个所谓的 celebrable， 那更酷一点。什么叫更酷呢？同学会常忘记说 ，celebrable 呢，忘记在最后一行。OK， 那没关系，我把它独立写出来。我来一个 run， 这个呢要 public， 因为要公开使用，执行它。我把这个 celebrable 下来这里。OK， 那同学知道了，你要按 run 呢才能执行这一个显示的效果。那带个 boolean 呢，我希望它可以去做切换。visible， 这跟昨天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了哈。A B L E， 好了，由它来做这个执行切换。
OK， 这时候你再按 F5。哦，它就没出现了，很正常，因为里面有 set visible 嘛。怎么办呢？我希望在外面做，在我的 egg 做。做什么呢？我产生之后呢，你要 run， 请你自己决定。所以我这里还有一个新的，叫 gray， 就完整的去产生实体了。gray system 就 system 嘛，等于 new gray system。那这个你要留，要不留都可以，但是把它给注解掉好了哈，这感觉就没什么用了。现在点 run。或许你在这个专案里面要做很多事情，或许你可以在最后时候再 run 就好了，就是整个都 ready 了，然后可能一些参数都 OK 了再 run， run 有参数哦，就我要显示出来 ，OK， 好，就是你要决定好要不要 run， 请你自己决定。我本身建构师不会帮你决定，建构师就维持建构师该做的逻辑，就是把画面布局好，等待你喊 action，OK、okay， 就 run 下去。好，我们就来一个 F 试试看，好，它就出现了。这是一个简单的改变而已了哈，让它在 Grid System 呢有一个抽离的感觉，执行归执行，布局归布局，感觉这种概念很像。这第一点。好，第二点呢，老师把画面调整一下哈，我慢慢再搬进来。我们搬进什么呢？左边那一半，左边程式码呢，左边这一半在这边。老师同学可以 call 同学自己的，都是同学昨天有做的话哈，昨天做的很简单，就这样而已。Run 呢，我要写到最后面。是否写错拼错字了呢？发什么错误了？他说方法重复了。哦，我是刚偷偷扣了一个方法在这里，难怪。OK， 好，那这是 init 左边的这个 panel， 然后取得这个所谓的 origin， 巴拉巴拉的到这边 F5。好，那就对了。这是昨天的目前的进度到这边 ，OK， 老师微调一下布局的大小了哈，因为早上老师有调整了一下画面呢，我觉得这样做会比较好看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大概调整它一下，很快，请稍等老师一下，我们边做边看哈。第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对应的云卷全部打开，要用到，这都会留着。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这个画面大小，我改一下600/600，我觉得宽太宽了，画面不好看。那就这样，然后这改的话呢，可能自己要修正一下。我看一下修正什么呢？好，我看 F5， 哎，还可以，没有什么的大的变动，那就 OK。那我把这个橘色我不要了，我觉得橘色这个看起来不太好看，所以不要这橘色了，要维持原色就好。哎，这是左边的画面。好，那我们得继续往下加上去喽。同学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昨天的流程了，也没有增加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把它给抽离出来放这里，我觉得 OK 哦 ，OK 我们就继续了哈。好，那左边要放什么呢？按照这个所谓的对面来说，这里有看到右边的左边输入公文区呢，还少什么呢？这个学生输入，姓名成绩输入，少这个 ，OK， 所以得把它给做出来。那对这个所谓的画面来说，我们这布局好了，应该说我们的元件都有了，差别在说什么放上去而已。所以呢，我们把它放上去，先点 test。那这个在 initial 这个左边的 panel 的时候呢，我们设定好布局叫做 new flow layout， 就是所谓的这个流程布局方式，方便我们做它自动的这个切换。哎，我把移过去。好，那这是属于这 panel 的。接下来呢，每个这个所谓后面的布局跟 panel 有关，所以我们可以产生这个所谓对应的 panel 部分。会这样写哈，就是来自于 lint test， 然后 j test， 这个我们 copy 一下昨天程式码比较快，所以回来看一下，昨天有做测试嘛？对，就是之前的测试，然后在 log in 里面，顺便找 log in， 在第14章的这一个呗，这里 ，OK， 那我们就以它来试试看，抠下来，因为其实这个流程都是一致的哈，所以我们可以先抠一个范本，然后记住我看。改一下它，那我们已经宣告过了，所以不需要再宣告一次了。我用的是全域的这一个所谓的 name test。好，放的处呢，放的 one 还没写，所以先把它自己先注解掉。原来做这一块 name test 呢，我需要什么呢？这个叫请输入姓名，所以改一下它。Okay，
然后呢，这个设定好，就是它输入是至中，就是可以看到输入的框，那个所谓的游标呢是在从中间的，所以这是一个斜方 ，horizontal 水平摆放好，是 horizontal alignment。那这是它大小设定。啊，比如说大小老师很麻烦，我要怎么宽剪刀什么？没错 ，new follow layout 呢，同学记得不用给它这一个大小，所以 follow layout 非常好，省得这么麻烦，我不写了。这是所谓的绝对坐标才要设定大小跟位置，因为 有位置就要大小，所以 for layout 呢是流程式布局，它不需要。好，那偏头已经有了，就把它 add 进来。OK， 加上这个写完了，写完一个我们就试一下。啊，一定要 add 进去哦，不然你看不到任何的元件哦。记得是 flow 哦 ，for layout 哦。好，那就来 F5。发现哎，同学，因为眼尖同学看到这个了，比起它非常的小，它是有的。但它不明显，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那个 currents 是要设定的。昨天老师的 currents 拿掉，是因为我用的是绝对位置坐标，设了大小，有 width height， 在 flow 里面它是没有所谓的大小可言的，所以 currents 要给它，所以昨天少这步骤，跟昨天布局不一样，所以我们试试看。我记得是 name set currents， currents， 所以这个要写出来哈，这是针对 flow 布局需要的 currents。我来一个12试试看，这不好看。它好一点了，它展出来了，看起来太小了，所以来个14或15都可以。同学试试看，我先写14好了，14。它字太小了，所以我们得约定好字型大小。所以字型大小我们昨天有写过，我记得有时候写过。但是这次我决定呢，放在全语端当变数，因为我会发现很多地方需要这个 font， 所以我把它变成全语，方便呢我取用它。所以在这边的话，我剩下两个私有的 font， 一般来说常数会放到最下面或最上面，所以你可以放最上面，我是放最下面好了，比较好看常数的地方。然后这里放的是属性区 ，prevent private font， 用的是来自于这个字型这个类。我们好多字型要用，所以有来个 font one font two， 所以 Ctrl G Ctrl V，OK，、okay, 有个一有个二。那现在是私有的变数，我在建构之前先把它给宣告好，来自于哪个字型哪个大小，然后它的样式。所以这里我们 copy 一下昨天的，我记得昨天有写到这个地方。一样在，我记得是14之2吧，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范本，我记得这里有写设定大小 ，font， 搜寻一下 ，Ctrl F F O N T， 有了，这里太好了，这东西可以找到的同学记得、哦、再一次 Ctrl F， 就像搜寻本文一样，你可以搜寻任何的关键字，找到当时一些程式码或是蛛丝马迹，好，那很好，这两个呢就把它扣下来，刚好一个2416，好，那就进能来，那就这里是私有区，这里宣告。产生实体，所以呢，我在哪里做呢？看一下，再开始做好了，决定在这里做。对，那同学记得全域的哦，所以我不要再区域再设定一个哈，那不对，对不对？那大小设定我希望是从小到大，所以是先16，再24，那再一个大极值好了，我总共3极值，方便我再做一些字型的改变的话，会先预设好，所以风扇风的风扇。丁老师会把程式码 upload 上去，大家可以去参考他一下。我先把、左边的布局完毕之后再停下来给各位做。OK， 这样就有三个对应的字型大小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测一下。在这个当下左边的布局里面字的缝打开了。那套哪一个字比较好看一点，应该套的字的缝呢应该是中第二几字吧，我觉得比较好一点，就缝 2 呗。但这缝 2 有 broad， 我觉得不喜欢，就粗体。就有像是就是标题的感觉，我觉得粗体的话其实感觉会不贴切。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了。都记得，这是我们用这个 flow 布局，所以呢，你大小不用 set bounce， 不需要了。好看，哎，好多了，就感觉呢专业多了。但我们找什么呢？左边找了一个姓名，我们试试看，多一个姓名给他，就是什么东西要跟他提示一下嘛，才不会发生一些所谓的误差嘛。OK。就是说呢，我们看怎么写这个，它叫 label 而已 ，label 比较简单，所以叫做j label， 看一下昨天怎么写的。昨天好像没写到 label， 对不对啊？昨天都没有写这个对应的部分，等老师一下哈。好，这边这个 label 啊。我们不太需要产生实体的，因为它没有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它输入什么，它只是显示提示值而已。
就用最快方法做完它，就是直接用 panel 增加它就好。panel 去 add， 然后呢去 new 一个叫 j label 给它，因为它我不需要侦测它，所以同学不要做太多字体，那不需要姓名，就这样，那不好看。增加一个 label， 再先输出姓名，再输出姓名相关的这个输入框，这样才顺序才正确哦，不要倒着写。F， 哎，这样好多了。那因为流程的布局是这样子的，只要你的空间宽的部分不符合这两个的宽的话，它自动会往上下排。换句话说，假设我把这写小一点，啊，这个写成十或十好了，这边明显，它应该就会左右并排。我跟你讲，就看你自己的喜欢。你觉得说哦，上下好看，左右好看，看你老师觉得上下好看，因为太白已经太空了，所以会是原本样子。那当然，这个假设你要设定大小要把字体化，老师预设小心字就好了。就是我觉得这样 OK， 好。那可能说，哎，这样做的怎么？想怎么做了？很简单，你就直接 copy 贴上，对不对？就是 copy 四次，然后贴四次，来自于不同的这个 name， 就像这样子，或者给我看一下。当然我不会这样做了哈，但是这个是一个写法，比如说这是。国文啊，然后呢，国文是这个对应的，比如说 Chinese 这个 test 啊，你就换一下，一直换，那这样换其实同学发现程式码都一模一样，那就回到我们那个要用画程式码的时候到了，同学都一样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差别在哪边？差别在你给我的这个不一样，还有这个不一样，关键字不一样，你输入国文嘛，那能不能呢？把这些对应的输入部分呢给提出来变成一个函式，那我方便呢直接呢去呼叫函式给我这个组件呢，我提到这个想法，不然你会发现程式码一旦一改一个，不知道比如说像要改什么，不是4哦，是什么12 OK， 好，我知道12全改啊，不是请输入，是请你输入国文哦，你发现没完没了了，你说好我不改了，你就想办法程式码给你自己改，所以这个好处在于说请你尽可能把函式化，但这些试试看会不会过，哎，这好多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所以，就刚那个原理，我们得给它函式化一下。你就来这个，就本地用得到，就我的类别用得到，所以要用 property。然后呢，回传这个格式，我想把它接下来，所以回传这个 JTestFielder 这个类 get testFielder， 约定一下哪些不一样。label 归 label， 就是我是不理它了，因为我只回传一个所谓类别样式，这个 label 跟我无关。跟我关是他改什么呢？第一个要改他的对应的 toolkit， 就所谓的这个输入文字。然后呢，你要给我什么？这个 current 多少？那样式是多少 ？OK， 请你给我。所以第一个，我就来 string protein s 这个给他。哎，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自于它的宽度，说 int。Currents 刚好符合这个条件。Currents 再来，最后呢，你要给我一个 font，font。换句话说呢，我想把这个函式替代这些逻辑，方便呢我再做这些输出。OK， 成功之后你可以 copy 其中一个来做范本，到这边。那就不能写成全域端哦，你区域端产生一个。暂时用的这个 JTestFielder 的这个所谓的物件呢，整个组完毕之后呢，回传出去，让它外部可以等于它。OK， 所以我们要想成一个新的 JTestFielder， 不来一个 Fielder 吧，这样就好了。然后呢，以这个 Fielder 呢设定好这个字型，来自于这个 Font， 来自于这个所谓的 Color， 来自于这个 Currents， 你给我多少宽度，我就按照你的位置为主。接下来就 Tooltip Path。就换这一个写实的部分，这个也给他。最后呢，这个要不要留？可以留着好了，因为这样这个中间比较好看一点。就把预设的写好，写实。成功之后，先 return 这一个类别的物件，那这就是它了。OK， 过去。好，那写完之后呢，是 get 了哈 ，get test fielder。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了。这个维持原样。不我们来测试它一下，所以就这都不要了，全删。我们来个新版本好了，这就是这样写。test fielder， 第一个参数是请输入国文，输入给它。再来是第二个是 currents 14个，
但是 font 是哪一个呢？是二版本，给它结尾，等一下就写完了，变成一行了，我们试试看会不会过，完全没有问题。就这个过的话呢，同学知道，哎，简单的，我这个姓名也要叫照一样化葫芦，对，没错，一样化葫芦就行了。所以把这个扣起来，也这里来。所以重复的逻辑啊，同学千万你要记得，要适时的优化它，因为你发现只要 copy 3、4、4以上的，你尽可能就可以把它韩式化向下。这样其实在做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边做了边优化，其实一个是蛮不错的过程，不然怎么还会越来越长，那当然会受不了。你看这样就可以删掉了，因为格式都一样，好，那么就一口气呢。把它升完，那 label 老师就简单就不做了，就简单一点，就让他自己重复写好了。好，那就这是 copy， 国语英文数学嘛，对吧？就 copy， 然后呢就是国文英文数学，按照你的这个顺序，我就国语数学写。好，请输入英文，请这个是数学，那就是数学。那同学记得哦，回传的值要不同的这个来取哦，是强力值的。现在是改什么？改 English 的哦。全部改强力值的话，你发现啊，就全部都给强力值给他用就好了，不行。不同的，因为每个输入框的值是独立的，我得去把它取出来做什么？做输出啊，或运算啊，所以它是独立的一个全域的，在上面宣告的，别忘记了，这里有。所以每用完一遍，它就会亮起来。所以可以发现哦，什么东西还没做完，就去看它一下。那就是属于国语数学，数学这里 ，Math。OK， 好，我们偷偷改一个事情，看改成三，看它会变什么事情。三行最大极值 ，F5。当然是最大哈，就不适合我们想要写吧。那没错，这字会比较大，会比较小一点，以此类推。好，那就改回来喽。啊，国文、英文、数学，还少什么呢？少一个增加的按钮。好，老师，你到这边先停一下。我到这边可以理解吗？可以了解吗？可以哦，没有很多地方不一样哦。老师，你把画面停在这里。所以呢，同学们，请你们大概写一下。第一个，这个写不写呢？看同学们。我觉得写出来会感觉比较专业一点，就是决定权在你，要不要开这个东西，看你自己。写的话呢，请你特别记得这里。在你的这个 app 里面，它多一个 run， 产生实体 run 起来 ，visible false 的话就不会显示出来 ，true。OK， 那个九，那个程式化过程当中，就是你要去慢慢去接受它跟理解它，因为那个比较慢，没问题，等老师一下，我会上传。第二个，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很多时候 copy 贴上的动作太多次的话，你第一觉得很不好。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讨论那么多次了，因为你只要你 copy 贴上的话呢，一改一个东西，全部都要改。基于这个原理呢，尽可能优化成韩式化。最重要记得，这个韩式的写法都是固定的，韩式名称你自己定义它，要不要去修饰字也是你定义它的。我觉得我的类别用到就好，其他类都不用到它，所以我把它变成 party。接下来回传什么就很重要了。既然这一个所谓的我们的类别是来自于这个 JTest Fielder， 所以接出来的东西一定是 JTest Fielder 啊，不是 INT， 也不是 float， 也不是 double。所以这个韩式重要就是说，最终传回去的型别一定要是这个形态是一致的形态，这才达到共用的目的。OK， 那成型之后你发现原本程式码写贴上可以，但是你发现那个逻辑好像就差个地方，差什么地方呢？差的关键字不一样 ，column 不一样 ，font 不一样，或许不一样，你可以客制化。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把这个参数变成你的这个韩式的三个参数，吃这个。好，成功之后你就把刚刚写好的逻辑呢给 copy 贴上而已，改一下什么区域变数，产生一个简单的这个替代的实体。然后呢，这个实体先产生好该做的字，就连出去呢，它会把它吃下来，等于它这个所谓实体的值已经存到我的 LangTest 里面来了。那这样做完毕之后，你会发现它就完成这个增加的动作了。OK， 好，那老师把这些先上传一下哈。那重点是，这是昨天的写法哦，这没什么大问题。问题在这里，请你从这里开始，这两个是重点，这个先。在这个，那我主要这个，同学记得老师讲解过了哈，这个很重要。好，那老师先上传一下程式码，程式码电话会不一样哦，因为这是新的专案，老师不会放在一起，所以我要产生一个新的这个 Git， 同学稍等一下。
那我们休息五分钟，我们到11:11，大家喝口水，老师准备一下。好的，阿童要做哦，好，把优化一下。老师，老师你在吗？老师在，我在这里。你要不要开后面老师看一下，看到有问题了。好。说，你先，你画面呢、啊、已经停在这一个，它不是宕机了啦，它需要你按 Enter 了，你 Enter 看看喽，呀，按 Y 大写，来，大写 Y，Enter， 好，好，它下载了，等它一下就好了，好 ，Open，Open，Open， 右边个 Open， 在你右边。Open 右边，对，就它。好，可以了，你 OK 了。好，谢谢。不是。老师，那个程式码怎么下载看无？我、哦，哎、欸，老师刚才那是有填网址对不对？网址是一样的哦，点进来，然后 code， 嗯、，download lip 就可以了，或者你专案是成功的，对不对 ？SRC 点进去 ，Jericho， 哪一个？哪个是你要的？两个，下面那一个啊，对，点进去，你可以边看边 copy 上去，可以吗？哦，了解啊呀，你可以 download 下来也可以，因为 download 下来是整个 folder 哦，整个包，嗯。
对，我觉得你这样 copy 过去会，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点。好好好，谢谢。好，等我一下。哎，老师，哎，请教一下，那个我们昨天在原来在原来的那个 JavaScript 那个 project 里面写的 code 不能直接搬过来贴上是吧？可以啊，你可以试试看。它有一些方法不觉得行，没有办法像原来 import 这样。可以做修，都可以，一定可以。老师刚刚不是演示历程给你看了？我不是搬过来，不是修修就有了嘛？因为现在用 Maven 要 import 正确啊。现在用 Maven 好像就变得有点系统有点卡卡的。那是一开始卡，后面不会卡。啊 ，OK， 好，我再试一下。OK， 好。那我觉得我回来你继续哦。OK，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我要把这个按钮给做完哈。我们的画面还少个按钮，在这里的话呢，我们需要一个把这个资料呢给输出这里按钮。那目前预设是至中，假设你想把它至左，这里可以改一下 flow 其实有带参数的。对，我们试试看好了，给同学看一下这个好了。flow 它是一个对应的类别嘛，对，类别有个常数叫 view flow 点，有 center， 有 leading， 有 left， right， 我看一下 left 至左的感觉，
向左做流程化的布局 ，Ctrl S， Restart， 这有个 Restart 按钮，自左了哈，全部就靠左边，靠左边。那你可以，我觉得预设应该是自中了哈，应该没有错，所以我把它改回来 Center， 女生的比较好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它的常数部分设定，这第一个。那就回到自中的画面了，老师把它移掉哈 ，F 按下去，好，自中比较好看。所以接下来我需要一个什么增加啊或斜入的按钮，增加，就把这数据呢输完毕之后，我右边有个所谓的这一个叫 score bar， 就是一个框圈，它可以把资讯呢往这边丢，看到目前的数据，下面还有按钮，什么读取啊、储存啊，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些小勾选的一个选项，可以做在下面这边。好，所以我需要一个叫做 add 增加的按钮，找这个好。那看一下我们叫什么，我叫 ADD 表，我记得就这个 button， 帮你要给产生它一下 button， 然后呢直接这里做 button， 帮你就一个，所以呢 button 我就来去产生它，等于 A button， okay， 看一下它的这个公式，应该是先接那个文字吧，它到底怎么写的，在这里，要先 set new button 之后呢，给他一个登录的文字。然后，如果你今天是这个绝对坐标做布局的话，要给他 set bounce， 然后 add action listener， 记得 add listener 需要做监听功能，就这三个，这两个需要，后面这不需要，所以我们自己写一下哈，还好。所以 button， 而且太快了哈，要 new， 他没实体化，他先实体化他，所以 button， 先给他一个文字，就叫增加好了哈，或加入，就是输入资料的意思哈，增加。接下来这一个按钮啊，set fonts 一下，我想把它变最大，我们来试一下 set font， 一个 font three， 三，我们这里三级值最大值 ，OK， 好，那这样你可以把 panel add 进去 ，add 这一个 add btn， 因为它是一个 flow layout， 所以不需要给它大小。自动会按照你的字型大小跟字的字数呢，去扩增它的这个所谓容器大小，就按钮大小。OK， 好，很好看 ，F5 好，增加 ，OK， 好，对，我就可以把这个 label 变大也比较好看，那就 OK 喽。那老师，我按了怎么都没有作用啊？因为你没有写那个 action listener 的监听。我记得昨天怎么写的？昨天是这样写的哦，昨天是每一个按钮，今天假设有四个按钮，我得这样写四次。而且结构会变得很乱，会这样写法。比如这里增加之后 ，set font 之后叫 action set add action listener new 一个 action listener， 把这个界面输入给他。我另外记得的话是这样写的 ，listener， 有没有？然后它是一个界面，然后呢去 implement 它这个方法。这个。我说，哎，我好像似曾相识，哎，老师刚好都做过这个动作嘛？我不是在这里做了一个 improvements action listener 的这个制作界面，没有错。这样做法就是为了让所有的按钮共用这一个 action listener， 我就替代他做了。就是说我脸上帮我帮你分担这个任务了。我在我自己的 query system 里面呢，就先实做好这一个 action listener。只要你按了按钮之后呢 ，action listener 会传进来一个一，就那个一，然后那个一的参数呢，可以辨别说到底是谁按的按钮。应该说是按了哪个按钮，按的是储存，按的是开启，按的是这个所谓的写入功能。OK， 由这个一决定。所以对这个按钮来说呢，它只要去 follow 它的规律就行了。那怎么写的？很简单，我这应该别忘记了哈，我们试试看好了。表这里是对，先把它写对。然后就是先确定有绑定动作。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 F， 好好看，增加。有了，右下角右边就开始 click， 好，那可以 ，OK 了。就到增加按下去之后，再把这样往右边丢，变成一个列表概念。好，那回到刚刚我说的话呢，按钮这样绑定的话，其实太过繁杂，而且不好用，因为按钮不止一个，所以我决定这里实做它。所以你发现呢，你刚刚在这里产生这 friend 的时候呢，写了一个 override， 一样是 action prefer 的这个 action 这个一。透过这个一呢，可以判断说到底是谁按了哪个按钮。那我怎么去让它这个所谓的 add button 呢，跟它绑定在一起呢？很简单，只要你的这个类有实做，
透过这类的 list， 那不要忘记 list 哦 ，list 源，那么怎么会取到本身的这属性嘛？所以这个 list 是关键词，是自己本身的意思，就是它不会是别人的。所以你要把这个 list 传给那一个所谓的 add listen listen 的这一个方法，当做什么参数给他，他就认为说，哦，原来你有实做这一个界面，好，那就以他为主。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要怎么做呢？这样做，你在这里时候呢？add add listen 都不用了，删掉，全不要了，很简单，都不要了，给它类似。比如说我本身有实做这个 action listen 的监听，换句话说，如果你把这个 action 拉掉了，我不 implement 了，我要看它，错了。他说你东西给我类似，意思指的是这个类别，那但是你这个类别没有实做这个监听功能啊，所以不行，你得实做它才可以。所以要把它实做成功哦，记得我刚才有写的哈。好，那同学到这边可不可以理解它大概的原理呢？要不要打个一？理解它的原理呢？这很重要哦。所以你发现为什么这个Java 要界面，就是因为说既有继承就实作，你可以符合很大部分的状态，不用每一个所谓的类别写一个自己的，写个自己的并没有错。并没有说，但是你发现程式码越写越乱，越来越多，就跟函数化概念很像。你可以复制贴上100次都无所谓，但是函数化只要一次，有错要改这里就好了，有错的话改这里就好，所以是非常好的写法。好，那你说，好，老师他没报错，但是我怎么知道他是他 ？OK， 我们是怎么去看？我们看怎么辨识他？这个一呢，代表谁按的，应该是哪个按钮的意思？按的按钮是哪一个？所以一包含这个参数，假设，你输入这个一好，给我看一下。这个航母昨天输入过，对，我觉得是给了 source 这个对应的，对，没错。它会传一个 object， 比如说呢，是哪个按钮，以它来做代替。所以我是给各位看一下 ，e get object get source。好，这样的话呢，虽然没有 click 的字出现，但至少会有东西出现，所以很好看。嗯，可以这样讲，可以说我们专有实作的方法，只要这个专案底下的这个物件需要这个方法的，都可以用它来去做共用的目的，共用了哈，共用的目的。好，增加，你看有哦，很大一串，代表说整个物件都存在这个一里面去了。所以这个一点 get 的时候，就可以判断说，如果它等于这个所谓的 add 的 button， 就等于说你按了增加按钮。换句话说呢，不等于它，就是按了别的按钮下去了。现在有个按钮嘛，所以不明显，没有关系。你这样试试看，所以呢，请你这样写，要这样写哦。假设一点 get source， 因为这个方法大家共用了，所有的按钮共用，所以你要知道说我到底按了什么，要知道嘛，不然大家按的同样功能都做同功能的话就没意义了。等于 add 物件间的比对，基底位置相等。好嘞 ，OK， 输出一下，增加资料，测试一下哈。OK， 那就不要了，我不需要它了。OK。再跑一次，他还在 ，OK， 没事 ，Yes， 我开了两个，难怪他跟我说一直腾直一在，我还要注意开他吗？好，那么这样子讲可以了。换句话说，假设你有写了一个按钮 ，if 假设了哈 ，if 一点 get source， 我记得我们要写的储存按钮吗 ？source 等于 save btn， 假设 ，OK， 我知道。呼叫 save 的功能做储存，以此类推，就像这样，很简单。所以说 on 按钮共用什么？这一个是做了 action prefer 这个方法，因为我知道它是做监听这个界面，那就 OK 了。好，大概知道老师的意思，好像很便捷，同意管理的意思了哈。好，那这边成功做，当然是测试用的，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下我们 markdown 缺什么呢？好，这里可以了，姓名、整体输入，还有这个按钮测试，新增按钮测试。现在是右边的输入区了，好，输入区了，有什么呢？有这个 test area， 好， test area 呢，可能文字会变太大了，所以有个 scroll panel 呢，把它包覆一下，让它可以去做这一个所谓的卷轴的滑动，这第二个，所以右边需要一个 test area， 然后需要一个所谓的这一个 scroll panel 呢，做包覆的动作。OK， 那用的布局呢，我们这里再布局一下，这布局是写的是 flow 布局。
个性简略好了，就这样 ，OK。你看到这里的话，你不显示它，就会出现这个了提示 ，OK。好，那我们得去跑到左边去，右边去了，左边就完成了，现在是换右边的事情了。好，同学，如果这边做完的话，请你打个一，就是你有增加了，那你 OK 了，那你知道说这一个界面的制作方法了，那你也绑定成功了。请你先打个一，老师看一下，好吧？OK， 好，因为我们会有那个录音档啊，所以老师先，因为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功课，因为明天两天呢才有办法把那个游戏做完，我不然会时间来不及。嗯，好，那我们再往下一点哈，剩下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呢，看能不能把右边画面拉完。画面的部分老师不多太多等待介绍，因为老师大家真的会上传，因为画面部分就是 UI 的一个概念而已，那还好，所以老师把重点各位讲一下。好，那既然有这一个。左边那就右边了，来一个 init 右边的布局，那你可以写在一起啊，倒无所谓，老师想把它身份写，到时候错的话比较好找，不然会等得很大一串，这样会很多很多，不好方便，不好方便解释，所以就是右边样式的布局。其实都有改成这个私有的，因为这个都是只有自己本人用到的，私有就好。那就是在这里居座，用回传值 initial right panel 代表参数，它只是在初始画面而已。好，那输入什么呢？左边要增加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一下简报资料。好，老师就不看了，给各位看一下画面好了，比较快。这里。需要一个这个 test area 这么大，剩下我记得上次写 0.4 嘛，40%， 现在都给他了 60%。那因为这个所谓卷轴，我先说你只要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它会越来越多，所以我需要一个卷轴把它包起来，让它可以 scope， 不然呢，一旦增加的话，只会进去，你发现但是只会看不到，它往下递增下去了，看不到，所以我有个 scroll bar， 这右边主要部分，右边包含了下面这一块哈，下面这一块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区域。这可以说是 panel 2，P2， 这是 P1， 这是 P3， 我是把它变 P3 的哈，因为 P3 其实按钮增加了，它有按钮，还有个什么勾选的框在这边，就是我们下面要做的。那 P1 用的是这个对应对 flow 布局。那 P2 这边呢，因为我要把它扩展全画面的话呢，老师对布局真的没有到很非常了解，所以老师用这个绝对坐标布局，绝对坐标，最一般的布局。下面用什么？用这个。也是 flow 布局，所以这边需要调整它一下，让它画面可以尽量贴近我要那个大小感觉，所以要设定好它的这个 set bounds。OK， 好，那继续这一点，我们先来看这个地方。好，那就往下。OK， 那每次布局产生呢，都需要这 panel。有人问他老师，这 panel 为什么不需要放在全域端？你放在全域端也没有错，只是呢，徒浪费空间。因为对我来讲，这 panel 这东西啊，它在这里用完就可以丢掉了。他只负责呢把这一次当下所有东西布局绑定在一起之后呢 add 了进来，那其他他就可以消失了，他为了布局的所谓的捆绑而存在的，所以他不用到全域会占机体位置，就实在机体位置，所以你把它释放掉，但这区域端呢区域端释放就结束了，所以只要把它写成区域就好了。换句话说，我现在做这个右边的我是这样写，我就不要全域端了，就像名字一样都无所谓，区域的名字可以是固定的，是无所谓的。好，那可以直接去用这个是方式，要把剩下区域给他，那我可以 follow 这个，因为左边有写完了，右边就来一个一模一样的，我现在试一下，接下来，只是大小不要一样了，因为我们是不从14开始喽，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从哪开始呢？从它的右边开始，这也是左边的，右边的话就是你这个宽度，要加上这一个所谓的起始位置，才代表右边的起始位置，所以应该知道老师的意思，像这样的感觉，这个点。代表这个位置十乘以十就十的位置，包含这个所谓的宽度位置，代表这起始点的位置。因为我要画这里，所以要记得是这样做的哈。大概心里有一个坐标的一个概念在，所以十加上这个 int 的结果就是我的起始点。所以这里写一个十加上这个起始点，y轴不变，我想跟右边那个左边那个对齐，所以 y 也是十。
那左边来了，左边有没有显示 0.4， 现在是 0.6 嘛，但0.6太满，因为它有间距在，所以写 0.55 啊 0.58 都可以，我是55看看。那所谓的高的部分啊，写多一点，因为下面要预留一个空间给这个我们的这个 button， 所以我减个100看看，看合不合理。好，那我就留下这一个。那我说这个 layout 我要全满版嘛，所以我不要这个水平式的，我要什么绝对坐标，所以删掉，我不要这个 flow 布局，那个 null 的话就比绝对位置坐标布局。那空线要不要留着呢？我觉得空线留着好了，这一区叫做资料区，这样。同学，这个右边的那框架就出现了，如果没有错的话 ，OK， 那我们试试看，好好看。F， 哎，同学，那可以了。那这个太小了。需要再往上提一点，然后因为下面有我需要放一个 button 这一组在这里，所以这个太满了，所以我们这里要减多一点，留给他，减个80吧。所以同学就是同学看同学们的想法哈，这没有一定怎么做最好看，会 follow 你的这个所谓的 Windows Phone 的表单的大小，这份大小，哎，越减越少，不是减多才对哈，因为减多才是往上，所以是往上才对，不是往下，因为我们是。往下越来越多，那越减越多是往上的意思，所以相反了，所以大家写作就是横向减就好了，反正好多了，预留的空间在这边给我们的这个，对，按钮空间一下，好，那这成功之后呢，接下来什么要把 test area 丢进去里面，往里面扔，因为这只是框架而已，我需要把这个 test area 这个所谓显示的这个文本的这个物件呢往上面丢 ，OK， 所以再来 test area 我们有宣告全域的在这边。这个 output area 就是它了。这边呢，我们就往下做。所以 output area 等于 new j test area 实体化。然后这个大小，因为我是用这个所谓的绝对坐标布局，所以 set bounds 一定要出现。所以接下来就是 set bounds。大小可以跟它一模就好，我觉得跟它一样刚好，应该是可以直接通过检查的。我们试试看，抠过来，因为跟它一样满版嘛。那的话再小一点点会比较好，因为它是刚刚框线的部分，所以我这样写的话，我觉得20好了，往下移动一下20，然后呢，这一个大小呢再减少一点，才不会整个重叠模块。那、啊、这个减了120，然后就再减一点130，所以绝对坐标做布局会麻烦在说你要对这个坐标大概有点想法在，才能做的比较贴切一点点。那老师这边写的是不对哈，对对对。先把它增加去，这个 add panel 是来自于 JFriend 的，我们记得 JFriend， 所以 JFriend 没有 add 的方法，去把目前的这个 panel 就所谓的这个容器呢丢给它，然后呢接下来所有的元件透过 panel 来 add， 比如说我把它控管在一起，所以 JFriend 只知道有 panel， 不知道有什么 panel 上面很多元件，它不需要知道，那 panel 知道说我这个 panel 产生是为了去把这个元件组合在一起，透过我既定好了这个。对布局方式呢做约定，还有大小 ，OK， 好，接下来成真之后，你要记得是透过你的这一个panel 去 add， 不是 add 哦，是 panel add， 是 JFriend add， 这是属于 panel add 什么 output area， 我这名字是不是写错了 ？error 才对，所以这个可以快速解决，你看啊、哦，还是写错，怎么改呢 ？Ctrl F，Ctrl R 呢也不行，看一下。哪一个？啊 ，Ctrl H，Ctrl H， 这一次把名字改变，而是写 area， 写的 A P E R 了，不对，是 A R E R， 所以这里 push 掉。那当你 push 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些不必要的也 push 掉，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一点哈。按这个，可以是全部取代，就改完了，就不用一个一个改。有错的话，请再修正一下就好了哈。这就是一个文字编修的过程哦，这个倒还好。好，那对了之后，就把它 add 进来，好嘞。那个倒空白，看一下，好、哦，它整个偏离到美国去了。哎，但是也是肯定也是到左边有写错，看一下，嗯，这一个 set bounds new 这一个20，乘以0.4，我看一下。这里要乘0点，我看这是左边界，这是右边界，
啊，我知道为什么了。不好意思，老师刚才选，因为我是现在是在这个组件里面做的，这里，所以是这组件的，其实是00才对。因为我现在这一个所谓的 test area， 再次哈，我是相对于这一个所谓的 panel 做设定的，所以位置对这个所谓的对这个 test area 来说的话，这里是00，不是这里，因为它是在这个 panel 上这样的组有的元件，就是这样写，变成说把这个组件的元件从00开始要移到这边来了，不对，所以要么就写00看看，大家知道意思？来，我写的00。把它归成左上角坐标来改，好，意思说呢，我要放的是这里，而不是这里哦。OK， 如果放这就不对了哈。OK， 好，不好意思。好，这样就对了。但它太满了，满到呢，我觉得不太对劲，所以要往下移动一下。所以你的 SY 坐标呢，要往下移动，我觉得就是来个20。慢慢调它一下，看它尽可能哈，尽可能满版。OK， 这样好多了。所以只要在左边上面微调一下，好，那我知道了。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这里就微调一下，大概就10倍。那这里呢，我们是往上增加，所以要再减少一点点，120。上增加，试看喽。好，剪错边。不明显，再来。好，现在好了，比较接近我想要的感觉了，它是一块。所以就是微调可能需要一点，同学需要点时间的哈，那没关系，我就把它增加一点，我觉得1.52比较好一点。就跟它再满一点点，好，那就可以了。所以换句话说，同学记得哦，我们是相对于这个 panel 的绝对位置，相对位置来说，它从00开始嘛，所以是从 panel 的这个位置开始算，那这样就可以了。那其他就按照宽跟高来做设定，那就没问题了。那可以设定它的文字大小，对不对？看要改它的 font， 改一下。太小太小了，所以我们控制设定一下，至少要二级制吧。所以这里 set font， 一般每一个元件都有 set font 的方法，那我们用二级制，那三级制好了，可能字要大一点，可以。好，那是以这个为主。好，这完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按增加按钮。它能不能进来这里？那再看怎么去优化它，或者我们先站出下面也可以。我看一下时间，现在40分。OK， 我们把布局写完好了，我们把这边写完，功能部分我们下午做。所以我先把这里的按钮大概设定一下，在这边。好，同到这边这一个所谓的 output area OK 吗？大概的做法可以吗？就是绑定，我们用的是绝对坐标嘛，好，所以同一次的 bounce 可能要去做。小小微调一下呢，可以符合你的要求。可以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我们把按钮布局完毕，下午专心写功能部分。好，那剩下最后一区了。那最后一区的话呢，它的功能是属于按钮部分的，所以我们就产生一个，我想用 flow 布局来做，方便呢，它自动不够的话会水平摆放，就不要需要按照方式。因为 flow 布局好处在说，我就不要 set bounce， set bounce 真的花时间，太浪费我时间了。我能不能直接往下去放？可以 ，probably 最好用。那 panel 部分呢？老师说 ，panel 部分其实可以共用，因为它一下示范就可以丢掉，所以 panel 再产生一个新的 panel， 为了绑定那个元件而存在的 panel。那但是这个 panel 区域呢，还是要设定一下它的这一个位置。为什么？因为我们最主要这个，因为 panel 是 on 在谁身上 ？on 在这一个 friend 上的，所以 set 要是 null， 表示什么？绝对位置坐标布局嘛。所以每一个 panel 都要 set bounce， 这没办法。所以设定完这次的话就比较快，因为 flow 布局呢就不需要了。我们来看一下 ，copy 它一下，你 follow 它一下的话 ，S 坐标呢，我看一下 ，S 坐标应该不用变，因为对齐嘛。Y 坐标要变，因为它之下嘛，所以你要剪一下，从这里剪。我是用偷懒方式来做哈，所以偷偷剪它就好了，就从下面开始往上算，我再剪个90吧，我记得下面剩一点点而已。
那宽度呢刚好跟它一样就好了，符合它。为什么这样做呢？给各位看一下。因为这一块的这块的大小的位置啊，它的位置其实也轴一模一样，所以 A 轴可以直接 copy。Y 轴不一样 ，Y 轴是什么？减掉这个后面的范围，剩下它。那我是倒着算，从最小的最后面的这个位置大小往上面减，想取得它这个位置，有点像偷懒一样。那这个所谓的宽呢？哎，刚好跟它一样，太好了，所以我直接用它。但所谓高的部分呢，要自己设定一下在哪边。一般来说跟这个对齐，它在哪？它就在哪边，所以看它在哪边。它刚写的是，哎，有这么多150吗？好，这我改一下，我试试看，老师看120会不会过。我记得老师昨天测试120，我都要测试它一下。好，那先不管对不对，我们先试试看喽，直接把它 add 上去看看，看那个区块呢对不对？那当然可以设定一下颜色了哈，确定一下颜色，这个光，它不会差太多。因为透明的好处在说，没有颜色看的话就没有感觉。那你这颜色的话，就会看得出大概差别的大小的差别在哪边。好，好好看，可以，但是呢太下面了，所以我们得再往上 scroll， 往上一点点。所以呢，我们这里是要往上剪，这里往上是越来越少。没感觉啊，所以点错地方了。这要增加没错，这要增加，这里要减才对哈。就是越减越少。减九十太多了，上面下面对觉得太多，越来越少，七十，我这算错边了哈，你不能才对，因为我们是倒着算，哎，这样好多了哈，这块可以，那当然你可以再说的更好看一点，老师大概测试一下它了，我觉得这样 OK， 这样可以了，好，这时候呢，再修个最后一次好了，我都觉得这里怪怪的。果然因为这个height好像太多了，太多的话，到时候在布局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有问题，会画面会产生就是没有那么正，哎，这刚好，我在看这个边角线 ，OK， 好，就这样。那颜色我是不留了，因为留的话呢，会容易看出马脚，就感觉布局歪歪的。所以我就按照原色来做。好，那这样成功之后，我们就先试试看一个东西丢进去试试看，确定一下我们是没有问题的。那布局呢，用 flow 布局，所以呢，我就把颜色不要了。因为底色灰色感觉会比较专业一点，有时候用错的话反而不好看。好，布局来了，记得每一个 planet 呢都要布局，所以是叫做 set layout 嘛 ，set layout。那我就用 flow 布局会好啊，布局太棒了，因为 flow 布局它就是真的会去不用设大小 layout。那我可以把它置左边好了，看它会写什么，就是啊，另一个它需要一个实体溜过去，然后 flow layout 里面有弹这所谓的常数。可以置左、置右、置中，我就置左边。按钮从左边开始摆，一直摆到放不下为止。OK， 那我们有一个叫做 Add 的 button， Save button 这里，它是属于储存用的 button， 就点进来。然后呢，我们 Set 不 Set， 就直接产生一下，来自于 Copy 这个好了 ，button 很多个 ，Copy 这个，试探一下。Okay， 就是说 Save button， 它不是 Add button 了。储存的 button， save， 控制呢？我觉得小一点好，因为我们按钮还有好几个，可以储存。我们做储存功能，好储存，然后一样有没有 listener， list， 都以它来做统一控管，这样很方便。OK， 那这里 button 应该就没问题了哈，许可一下。这里呢就把它顺序颠倒了，记得先把它加入我的 J frame， 然后再透过这个 button 产生这。把它加到什么的 print 里面去，这样才可以。好，储存有了。那看起来位置要调一下，这老师下午再调调看哈。同学，我空再调一下，就是你这个可视范围啊，或者你把我知道了，这样很简单，就把这个调小一点就好了，来个580，看起来不会那么突兀，再好一点了。那当然，这个你可以再往下提一下了哈，因为我们这个太接近它了。所以在这一个 panel 的这一个是 the bounce 这里，应该是减少一点吧，130试试看，从上面往上减，是越来越我要越来越多，所以要减少一点，是往下才对，不是往上，
OK， 那就差不多再往下就可以了。好，那可能这个再增加会比较好一点。好了，继续这样做。那有空示范之后我再调整它一下。可能功能正确的，再把功能做完。我们还有什么功能？储存，然后这一个读取、清除，还有个 button， 还有 button， 所以把这个写完。我们把读取做一个好了哈，功能没用到哎、欸，先把它注解掉。啊，就是好了。OK， 那我们来这个 button 写一写，剩下没几个了，这里。这个是定好了哈，请哦先 load， 先读取，然后再 click， 那我需要一个 check box， 做是否复写使用的，就是如果今天是要复写答案过去的话呢，需要一个 check box， 这 check box 就是一个合取的按钮，叫 check， 你叫做append 好了，附加，往后附加还是要清空后写入，请你选择一下，所以是一个 CB 叉。而取这个 check C B 叉当做后缀名，就是哦，原来是 check box 的意思。那这样就可以直接 copy 贴上，因为按钮的话就是 follow 这一个了哈，所以呢就直接来做。哎的，是，那这个我就直接 copy 贴上了，但同时可以优化它一下哈。好，只有三个按钮，这里是读取，叫做 load btn 读取 ，load set phone load。这就完成了，那一样共用这个 HListener 在储存读取清除我那个 text area 上的文字，假设你想清空后重新再储存的话，可以以它来做，就叫 clean， clean， 我们看一下布局 O 不 OK， 找一个就把上面做，可以。好，三个按钮，那就做一个 Q bus CP 叉那个哈，就是 append Q bus renew page bus， 给来一个复写，就是要把它复写过去，或者是哦附加才对，因为我们是 append 嘛，就是附加，往后附加的意思。我怕它字会太大，所以我先用两个字来做。好，然后呢 append 一样，那刚好用 set phone 的一个就好，试试看。把那个 set font 的 one 呢，来试一下。太大的字会可能会超出这个我们的范围大小，所以 font 的 one 产生。那这个呢，我先把它先合取起来。所以呢 ，appearance is selected 还是 set selected？set selected 没错，选取起来的意思。预设为 true 就是把它勾起来，没写的话就是预设不会勾，所以预设是以往后附加的一个所谓的写入方式。Panel。append CP 叉，好，那到这里就大概原件写完了，好看，哎，太好了，这样，所以你会发现，是这flow布局很好用哦。一个来说，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呢特别去做这个大小了，所以flow布局在这个元件表上，老师觉得是蛮好的。那有些时候你真的需要绝对位置做表布局，有时候放最大，放最小，写法很多种了，就查过很多写法，其实都很复杂，复杂到我觉得讲给同学听。一定会听不太懂，所以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先把这个方面拉完。我们就功能面呢做什么？做撰写为主，功能面。好，同学可以理解吗？到这边，我们把 UI 拉完了，可以吗？可以了哈，算有趣了哈。我是把画面微调一下，我先上传给各位一下。我们今天下课时间哈，我先把程式码传上去。那老师放在新的这个 GitHub 去了，所以再给各位一次。同学也帮老师贴太好了，没错，就这个。老师刚上去了，所以同学，如果你时间比较来不及，没关系，你就请你先 follow 老师的程式码，边做边改。那当然，这个位置的部分呢、啊，就同学按照你们的所想的方式来做就行了，只不要太 OI 就好了。那大家谨记一下 ，flow 布局真的很好用，所以可以想到说，哎 ，flow 布局它可以给我只要空间大小允许的范围里面呢，它会自动去摆放，透过这 flow layout 的这个常数，可以给它是自左、自中、自右。那可以在一些布局里面呢，可以达到很快这个效果。
好，那同学们练习一下，有问题呢，再跟老师说。我们就先到这边，我先操作一下。那功能面刚好从下午开始把它做完。那同学，我们开始签退吧。四号同学，四号同学开始签退了。好。17号请假，18号。